局处所长以及我们媒体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现在开始是由我们财经经济委员会第三天的业务执行，执行议员是我们洪金湖洪议员，执行时间15分钟。好，委员请。主席，张副市长，在场的议题主管还有我们在场的议员，还有后面的记者，大家早早。首先呢，我想问一个农业局的因为最近发生在苗栗县的士林我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有播出那就是在苗栗县的士林，有一些很缺德的人他把那个偷渡引进外来的那个眼镜蛇眼镜蛇就是把那些眼镜蛇这个拖放到那个士林部落里面拖放到士林部落里面。所以我在前几天我也跟你们这个农业局来做这样的一个告知来关心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蛇是外来的那个品种跟我们台湾的那个眼镜蛇品种是不一样的，是特别大而且特别长的。所以在士林那个部落里面有一副有两只三只甚至于十只都有总共抓了将近40只的毒蛇在那个部落里面但是还没听到说有被毒蛇咬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那个士林部落跟那个雪山坑还有乌子坑双旗部落都是临近只有隔一条河而已那我相信这个蛇的部分都会游泳的都会游泳的还有 过河的。所以那三个部落和平区的三个部落在雪山坑双旗还有乌子坑他们非常的紧张有这么大的蛇放在部落里面，到底这些人为什么不放在山上里面，为什么放在部落里面？所以诚心他的心态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那如果今天在士林部落被那些眼镜蛇咬到的话，这个事情会演变到怎么样？所以我就告知我们农业局这个部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关心到雪山坑到双旗包括乌子坑是非常近的只有隔一条河川，那我相信这些毒蛇都会过河到我们三个部落里面所以他们非常紧张，为了要保障生命财产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我们农业局的局长王局长请问一下你这样的事情你如何的防范请问一下报告员局长当然这个没有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他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但现在已经事情发生了，我们先通知公所与在地的消防队来就近处理，如果 一旦有发现有我们的农民民众来报案，我马上配合消防局去做处置，那农业局会再加强这四个部落的一个访查巡视来维护民众的安全。你们有没有去派人是到那个雪山坑双旗包括物质坑那边做一个去了解，你们有派人过去吗？我们是先通知我们公所的农业科的同仁来。你应该派人过去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他们有抓过这种的眼镜蛇那我想这个部分因为现在都是夏天，是这个蛇都会乱窜的。那我想你们应该派人去关心一下这个部分好的，了解一下。那万一发生意外的话，这个很麻烦的。是好不好？为了这个保障人们的安全跟财产这个权益问题非常重要的是。
那请坐下。再管关于哈，我们最近在赌场方面哈谈得沸沸扬扬的哈，那我不晓得我们农业局哈，在我们台中市大台中啊，我们也有在种茶哈，也有在种茶，在农产品方面，那你把关的情形哈，我不晓得你把关的情形哈，那我们大台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农特产品，包括蔬菜也有啊，水果也有啊，包括茶叶都有哈，那我不晓得，那你对这个部分哈，你对农产品的部分，对农药的使用的部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做以辅导我们的农民，什么时间要喷洒农药，什么时间不喷洒农药，才不会把这个农药残留在蔬菜蔬果里面啊，请问一下我们的农业局局长，你们有在做这样的一个辅导跟教育啊？包员，这个工作是我们列为农业局的重点工作。除了说后端的抽验以外，其实在源头的管理最重要，就是像议员所讲的教育训练辅导。那从我们最近就开始办理了很多，包括茶叶的专业讲习，还有农民大学堂。那我们责成和平乡农会在辅导农民的过程当中，要把议员刚所讲的这个用药安全列为首要的考量，管制的部分对不对？就是，所以请问一下哈，关于那个好年冬，这个农药也算很严重的毒吗？它是一种除草剂，除草剂是算是它毒性很强吗？因为我们用到人体，对人体有什么害处？还是有疑虑。还是有疑虑，还是有疑虑嘛，是有健康的疑虑。啊，请坐下。因为在好年冬哈，在我们农人里面哈，在播种蔬菜之前，或是种这个番薯、地瓜种植之前哈，他们都把那个好年冬哦撒在地下，然后呢，把那个泥土搅拌，搅拌完成之后。在种植哈、哦、蔬菜，哈、哦、在种植这个地瓜，哈、哦、番薯啊，请问一下，这个蔬菜跟番薯哈、哦，经过这样之后呢，这个毒药、农药的部分会不会残留在蔬菜，包括这个地瓜里面？请问一下这个局长哈、哦，请问一下，包员，如果是属于系统性的药剂，它是会。在残留在作物里面，都残留嘛哈？是啊，请坐下。因为之前哈，在那个都会公园那边呐、啊，大都会公园那边周边哈，有很多人在种番薯啊。啊，有一次哈，我经过那里，我本来想摆一些的那个地瓜叶哈，我打算来捡一些地瓜叶，我看到很漂亮，我认为。这个地瓜叶好采一些带回家来煮啊，结果刚好农人在旁边呐、啊，他问讲哎先生呐、啊，你这个不能捡喽、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毒药成分很重啊，农药成分很重，当时是不能吃的。他跟我这样讲啊，然后跟我讲，你看看我们的地瓜叶，连老鼠、连野兔都不敢吃，所以这个是不能吃的。他跟我这样讲，那。既然这些的地瓜叶都不能吃，那地瓜也吃不是同样也不能吃啊？请问一下那个农业局局长，报告员，地瓜叶应该是属于最好种的作物了。那为什么还需要用这么多农药？其实源头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些农友，可能他在专业的知识上哈、哦、是有要。急需加强的地方，好，那当然我们这个卫生部有一些检验的标准，那我们只能说，它如果符合这个标准以内，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安全；它如果超过，那当然就是超标不安全。好，
所以这个部分哈，应该你们都要戳验，到底这个地瓜有没有残留，残留有多少的成分的链些的农药，和包括蔬菜，哈，蔬菜，我听说那个梨山那部分哈，也是同样的，他把那个好年冬啊撒在这个泥土那边，然后再搅拌，然后完毕之后你再种植哈，那些的高丽菜、大白菜那些的，那这种部分为了保障我们人民啊的健康的问题哈，你们随时要去抽查，好，随时要去抽查，免得哈我们吃了下去以后啊，产生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哈健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再请问一下，在请坐下，请坐下，在梨山呐、啊，好、哦，包括我们东市，我相信我们的局长你很清楚哈、哦，那边都是果园，哈、哦，蔬菜，他们同样的哈、哦，都在喷洒农药，喷洒农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哈、哦，蔬菜方面的。他们放在泥土里面，然后再搅拌。那经过下雨之后，这些的农药会不会流到我们大甲溪？流到大甲溪之后呢，又到水库，然后又流到我们自来水厂，然后又用到我们每一户的家庭的自来水的饮用水。那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再做一个、哦、很好的把关？这种的问题啊，会不会对我们大台中的饮用水哈、啊，会不会影响很大？请问一下我们的王局长。包员，这是的确是一个隐忧，也是我们农业局要改变我们的重点方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为。过去我们比较可能偏重在帮他做行销，好帮他做推广，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如何指导这些农友逐渐的减少用农药、用化学肥料，甚至用生鸡粪，在我们的这个算是山上的一个农业上。好，请坐下。所以啊，我刚刚在讲的时候哈，农药的使用啊，如何使用，好、啊，这个教育上是你们农业局的哈、啊，这个。辅导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哈，所以啊，你要多教育我们的农人。如果说不一定要用农药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其他的和一些的杀虫剂不会危害身体的人的健康，有没有这种的农药？请问一下我们农业局局长，有没有这种农药？现在的农业的发展。已经发展出很多像微生物制剂还有性荷尔蒙都是属于比较低毒安全的防治制裁，所以我们会从 大力的从这些安全的制裁来教导农民来使用，目前已经有了。好，谢谢。那我们既然有这种的农药，那我们是不是要大量的来做这种的宣传，来使用这种农药，才不会危害到我们的所有的人的健康，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的自来水都是从梨山下来，包括东市下来的，所以他们喷洒农药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啊一到下雨，这些的毒药都流到我们大河里面，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自来水的饮用水，所以这个饮用哈，对每一个我们大都会区的一个健康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努力哈。那关于金发局的哈，金发局，我们发觉到哈，我们现在新的政府哈，在几地违章的建筑非常的哈，很认真啊。那请问你哈，有三四十年的工厂啊，从来没有发生问题啊。但是你们轮到你们新政府的时候呢，你们大量来几地啊，让这些工厂不得继续再开工。你们怎么会做这种的赶尽杀绝？你们应该派人去辅导他们这些工厂，甚至于啊，你们要有一个配套的一个方式，
不要让他们一次把建设工厂啊让他歇业然后停工，你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案？请问一下我们就要局长。好，谢谢洪议员的指导哈。那我想三四十年以上的工厂，它绝对是符合这个临时工厂登记的这个范围，在97年之前，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就这个个案，我们去积极辅导。那如果是有关于这个建筑或是消防等等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我们可以会同其他的单位来了解这个个案。好，一会儿的时间。好，谢谢我们洪议员哈。接着下来的时间是由我们张耀宗议员。跟何秉成议员、张芬议员、陈世海议员联合致谢。多谢主席，副市长，张副市长，最近花博的问题在我们的部门咨询里面被一再的提出来讨论。我们现在暂定的一个时程来讲，它是在2018年11月要举办。副市长，我要给你请教，你对花博在2018年举办？能不能够顺利举办，能够举办成功，你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吗？你讲话来。主持人回答。好 ，OK。讲信心当然爱有啊，无就免做去啊吼。但是会烦恼的当然蛮烦恼。请阮接到了，发现讲那个时间没有跑啊、哦。等一下。好。好，来继续， okay. 继续。好。当阮接到了。发现讲头前一年我无进度，后壁过剩两三年尔，所以我是真紧张嘛，啊真紧张，当然爱认真做。所以我你若问我讲有信心无？无信心袂使哩，安尼。所以有信心，但是无把握，对吧？嗯、好，你请坐哈。副市长，那你无信心嘛？老实讲哦，我看到这几天，咱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咱这几天，咱市府一起主管对于花博的进度的掌握。的节奏脉络的一个进行啊，我觉得非常的替你们担心啊。譬如说以工程进度来讲，目前本席所知道的，他目前的工程进度几乎是零进度啦，零进度啦。但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有够多，有够多呢，好，有够多呢，包括讲哈、哦，行政院哈、哦，中央跟你讲核定，他做一个。国家重大建设的计划，但是41万的资金，目前老实讲，伊嘛不跟你讲好啊，哦，那是你跟你讲的了，那是咱台中市长跟你讲的了，41万的经费完全没有到位，不止这样哦，哦，你的人力啊严重不足啦，就可以讲嘛，做些好朋友，咱的议员，咱的民代表，你讲，目前台中市政府农业局有多少人？在做这个花博这样工作，我伫讲哦，要甲这个咱的副市长，我甲你讲吼、哦，这个台北市啊，当初吼、哦，伊在做这个工作时哦，因为是叫做产业发展协会，他们可以动用的人力啊，超过1000人哦，超过1000人哦，但是咱今嘛主办的台中市农业局吼、哦，拢总加起来80几个人，拢总了80几个人。人力严重的不足，人力的严重的不足了哈。阿、哥来哈、哦，我都有讲工程整个进度有延宕的问题。最重要的哈，底下要甲咱的所有的一级主管，还有包括我们的张光友副市长，我跟你讲哈，2018年11月，也就是我们花博主办的那一年，刚好是选举年，九合一选举啊。九合一前几年哦，我伫遮老实讲哦，我替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很担心呐、啊、哈、哦。这样子这个选举年，你办一个花博，好，那我在这边要提出一个数据哈、哦。当初郝龙斌呐、啊，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移民调嘛就管了了，移民调嘛进管了，哦，当时还被认为他办了花博以后。他可能就下届是这个下届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候选人啊，但是啊、哦，但是嘛，我们在下面得意啊，不坏人。这个跟他办了花博有很大的关系。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民调，他办了花博以后，因为路灯的评选被认为是抄袭，啊、哦，
他每株花卉的单价过高，包括还讲那个空心菜一丛三几块呀，哦，包括场馆的每一个场馆花卉太高，让他的一个民调从云端掉到谷底，哦，马回从原来被设定的总统候选人，到今嘛唔来什么都去啊。常副市长，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局局长，你对于办了花博以后，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林佳龙市长的民调在选举年大幅跌落的状况，副市长，难道你不紧张吗？来，你讲话嘛，难道你不紧张吗？好，我用安尼讲就是讲，头拄啊议员讲的空心菜啦。啊，创了无好事，咱遐袂，咱绝对实实在在咧做。所以，因为伊那是安尼民调歹，我想咱袂犯迄个错误。咱即马爱认真做事，要安怎达成？过来人无够，所以咧我足体恤咱农业局，啊，所以我就真个学咧，真个鼓励。所以即马呢啦，就是人台北花博较早办了无好诶，咱一定爱闪开。但是咱的明知困难真多，但是咱来认真做，大概我是喜欢笑。好，好，我只代表个农户市长啦哈。你敢知影这个 AIPH 哈？咱即马个中文哈，那个翻译做国际花艺博览会，这都是咱花博哈，伊个这个上在一个主办机关啦哈。啊，我只要请教咱的副市长，你敢知影咱台湾？好，咱台湾是这个会员国，但是我们是用什么名义加入国际花艺博览会，也就是 AIPH？ 或许你敢知啊？来，你用总在先啊，你说明堂我是搞不清楚了，明堂你搞不清楚，我讲你听啊，讲了你老实讲啊，你就想讲个办这个干嘛上艺术了啊？也就是财团法人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我忘记讲哦，财团法人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哦，这是一个民间团体哦，这比你东昌哦，你这个台中市工业区啊，哈、哦，那个是厂商协进会，意思是同款的哦，甚至你厂商协进会内底拢一个好野人是吧？拢一个好野人，好野厂商，那什么叫做财团法人台湾区发展花卉发展协会一个协会哦，咱即马是用这个民间团体的名义给他加入哦，吼、哦，阿、啊、你即马办这个，你今上次花了大概140亿，郝龙斌花了140亿，然后我们在2018年，我们打算给他花81亿办这个这么大这个活动，吼、哦，啊吼、哦，老实讲，民间团体。自己把门关起来，自己爽了哈、哦！你刚刚办这个有什么意义？哦，81亿可以让办足侪代志了，81亿可以让办足侪代志了。我这么讲啦哈，都卖个省啦，省讲会当哦，咱来营养午餐吃几年，卖个省些啦哈。81亿可以让营养午餐吃足侪，吃几啊年，咱来学堂吃几啊年，免费吃营养午餐，可以做很多地方的建设。哦，譬如说原来被板花博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给他做地方建设，对地方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很大的地方帮助哈、哦。啊，贵企哈，贵企啊，那可能叫做那你别跟我们讲，那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办下去，我们没有给他办了，我们停办了，会怎么样？不会怎样啊，没有怎样啊。我昨天其实有跟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做了一个联络。我们没有法则的问题，我们没有法则问题，我们只有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前朝市政府缴了2万欧元的权利金呐、啊，2万欧元是多少钱？交70万，2万欧元只有70万，所以我们可能损失掉的，除了台中市政府之前花出去的一些费用以外，我们只有可能损失2万欧元的权利金哦。啊，这2万欧元哈、啊。马不能转腿的灯啊，毛困的腿灯啊，我们要跟他要2万要回来啊，因为你是民间主动，我们要回来啊，马不能他怕国际官司啊，哦，所以你想，既然我们的工程零进度，既然我们的资金未到位，既然我们的人力不足，既然恐怕引起很大的政治效应，
让我们的台中市长林佳龙的民调掉落下来，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要求，具体的建立，具体的要求，具体的建立，我们停办花博，我们要停办花博。好，各位时间了，各位时间，好，来，陈世凯来，好，谢谢。停办花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市府必须要思考的方向。前几天所有的议员在这个地方质疑我们的市政府有没有能力把花博做好，本席在这个地方也问了我们的市政府有没有能力把花博抢救起来，抢救是一个方向，但是停办也是一个方向。花博只为了两个目的，一个叫做国际形象，另外一个叫做扶植台中的花卉产业。第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所有官员在这个地方，我问你们，去年的国际花博在哪个城市办？你们知道的请举手。没人知，去年举手没有关系，举高一点。去年的国际花博在哪一个城市办？知道的请举手。城市哦，我不是说国家哦，城市哦。呵，秋肯来。前年的国际花博在哪一个城市办？知道的请举手。哎呦，农业局局长也不知道。好，前年在哪个国际城市办？你们都不知道的状况底下，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我们的花博是为了国际形象，那我跟你们讲，跟国际形象一点点关系都没有。去年知道的没两三个，前年在哪里办？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样子的国际花博，你跟我讲说有国际形象的问题，对台中的国际形象有所帮助，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甚至我直接告诉你们这个答案是否定的。第二个目的，要扶植台中的花卉产业，但是各位官员，我们总共要花80几亿，台北花了130几亿，对台北的花卉产会有没有帮产业有没有帮助？现在答案已经出来，已经好几年没有帮助。我们要花80几亿，如果你把这80几亿，甚至是台中自筹的40几亿就好了，你把这40几亿拿来扶植我们台中的花卉产业，你敢怎样让台中的花农会有多开心？你们知道对于他们的花卉的行销会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台中市选择的是我们把花卉博览会办下去，目前看到的预算81亿，台北花了135亿，以台北的经验来讲，后续的追加是很惊人的。副市长，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台中塔不，台湾塔到目前为止我们花了多少钱下去？我先请问你这个问题，副市长请回答。大概3亿吧。台湾塔花了3亿多，但是我们台湾塔现在的计划是不是准备要暂停，要盖别的东西？副市长，是嘛，对不对？开3亿多，咱就有材料先把这个工作停下来，思考对未来更加有帮助的工作要来做。咱的台中的国际花卉博览会，2018年的花卉博览会，加上20000欧元，咱已经给国际什么花卉总会20000欧元，再加去年花的700多万。农业局长，我问你，我们总共目前为止花了多少钱？报告员，包括各局处加起来6000万左右。目前为止花了6000万左右。好，你请坐。花了3亿的台湾塔，我们就因为它的功能未来不彰，所以我们把它停下来。那针对台中2018的国际花卉博览会，我们目前花了6000多万，其实比起台湾塔，这个不算是大钱。但是未来如果假设我们要追加很多钱，而且对台中这个都市没有太大的国际形象效益，没有太大的花卉产业的效益，我们这样子的花博是不是应该要先暂停？当然要不要暂停由市政府来决定，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东西今天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决定停损点，要设要设在现在。副市长，我知道你有想法，让你说。主席，这样啦，除了议员他都讲的两个原因，一个国际形象，一个花卉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想要翻转北台中啦，所以我们想透过这次花博办理齁，和后里地区也能够变起来。所以虽然我真感谢您替我体谅啦，但是这个事情头世翻转北台中来，我讲你这件事情齁，夫妻就把你讲啦齁，翻转北台中很多方法，
你若真正甲八十亿个啦吼，准讲哦，中央因为你无办法报啦，四十亿伊就拢无互你啦，四十亿吼，你要翻转北台湾啦吼，北台中啊吼，你可以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真正我无甲你骗啦吼。你即马吼，我同我讲，同我农业局长讲呢，吼，到现在2013年主办到现在好像是。市政府现在一起做好像没有几人知道呢。我告诉你啊，2013年在哪里办？在中国办。2013年本在哪里办的？西班牙办的呢？西班牙嘛是因为政党轮替了，伊就拢无办，伊就拢中国这一办。2013年、2014年、2016年，全拢中国办。还无人要办的了，还副市长，无人要办啊！啊，无想连续三年替中国去办，哦，那真正真的抢手，谁为什么不办呢？好，我底下啊，要很具体的建议。我们三位要很具体的建议。既然都有这样的问题，无法度解决，这么多问题没有办法改革，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有可能你办了以后，不止没有收到效益，而且得到反效果。为什么不做第二个选择？做了第二个选择，你讲，咱来停办的哈。讲最这样哈，来，或许你个想背你怎么样讲啊？可我来给你一个具体的，给我们答复一下，有没有做这样的思考、这样的一个考虑、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哎，好，谢谢。目前应该这阵是不，当然你这边提出来是一个另外一个思维嘛哈。我们是可以来认真想，但是看你目前观哈，实在是应该啊，我是不是扣了一下啦？扣了一下，刚做扣了一下吧。好了，哎哥，你提的当然是很好嘛，因为确实有这些问题嘛。好，我们认真考虑，好吗？好，认真考虑，好不好？好，谢谢。好，时间到。好，谢谢张耀宗议员哈，张芬议员，陈世凯议员。接着下来是由我们陈清龙啊，陈议员咨询。时间15分钟，谢谢。好，谢谢主席。好，我们副市长、各位一级主管、各位媒体记者、各位议员同仁，大家早。早。我来看，都要听到讲要停办花博啦哈。由执政党的议员来讲停办花博。第一，我想代表阮芳园后里花博的乡亲哦，对这个议题，阮先提出抗议。第二，如果花博要停，吴志强时代所有的拢要停，台湾茶停，你阿弟不爱，缆车不爱，花博不爱，你2019的东亚运归去哪停啦？何以住宅那停啊？所有活动宣传拢总停啊！林家良市长归去那停止办公啊，生意都卖做。我怀疑恁串通好诶，各民警都是原自己事长讲停办花博，然后恁要顺势居心叵测，充满阴谋。所以我直接代表阮。奉完后里话报完所有乡亲，直接特别甲林家良市长讲清楚，没解释，哪有这种的一个议题？我尊重议员的发言，我也要对我们地方做一个发展，争取我们应该有的声音。啊，都要停，规气拢总停啊，规气拢总停啊，对吧？你差不多都不敢肯定说不可能停的，总是想你敢说我要不可能停的嘛，而且要加速办理嘛，对吧？哦，我在这就代表强烈的声音，代表强烈的一个基层的声音，本来这是额外造出来的、哦、我想重要的，我本来要对地方事务局、哦、来了解。我那一天啊看到啊，我们这个台湾灯会啊，减免这个永丰里的这个地价税啊，我们谢志忠议员所提出来咨询啊，拄好我拄一个服务案件，一个低收入户啊，要申请自用住宅啊房屋税的减免啊，结果啊碰到刁难了，他说啊，你要从申请。一刚开始啊，房屋税才能减免，不能追溯。我就想想诶，低收入户被减免这个房屋税，法有明定，结果就被我们地方税务局刁难。另外，咱会当啊主动来给退掉吼，地价税减免，
一概减千多万，这个落差相对啊，让我们在基层很痛苦。所以局长，我问你，房屋税的课征基础是不是以面积？房屋税、搬货税，以年为基础，以面积为单位嘛，对不对？房屋税哈是按月来计征，跟地价是不一样。剩嘛？啊？剩免件嘛？以面积吧，使用情形跟面积，可是房屋税牌照税是不是用时间？对，牌照税的话是按日，按日嘛，都是叫时间嘛。对，各税不一样。好，你的税你有讲了，可以按月，你刚刚讲的房屋税按月按面积计算，牌照税是按什么？按日期，按实际使用，按实际使。啊，我问你，那减免地价税就为什么不可以用面积用时间来计算？为什么免税就要免一整年？为什么不能用它使用的面积跟使用的时间来减免它的地价税？是不可以吗？当然，你那一天的回答我从报纸看到的，我匪夷所思啊！你等税务局的官员，他可能改什么？对，他是按使用面积，只是说时间各税的规定不一样。那个牌照税也是你地方税。房屋税也是你地方税，地价税通通是你地方税，我刚刚讲的税通通是你们地方税啊！你可以按面积、按月、按时间、按面积，为什么减免就通通没办法？就不能按面积、按时间，一定要按这一整年？你在你干嘛就有利啊？无利啊？自己赶快研究，我们怎么充满？我在这里先主张啊，你减免的地价税，我们在税入就全数删除了。你已经减免掉了，你还办什么追加？请坐。谢谢。今天想重要哈，花博爱支持，我花农也要支持啊。哪位局长？过年后，我今天百合的价钱安怎？你知道吗？请回答。包演，因为百合这个切花，它有淡旺季，那个在过年那段时间是旺季，那最近这个三到五月是淡季，就是会价。过年后就一倍存偌济啦。价格会差很多。过年后就一倍存偌济。来啊，准备来了。这一倍存偌济？过年后。过年后上少来个这安尼一倍偌济，你知无？十块到二十块。哈？二十块。几多？二十。哦。一倍哦。一倍。过年后上少俗到二十块、三十块啦。过年后，这几天啊，拄啊拄着母亲节吼，是恢复到两百块左右啦。但是你知影花农，这安尼一百的成本，偌济你知无？成本五十。成本五十。成本五十。这无关心农民，无了解农民，这朴素决定。这一百的花啊！头到尾的成本哦，包括这卡箱啊，吼、哦，安尼拢总平均起来，成本差不多是100块至120块。如果啊，拄落去哦，爱个105块，平均的平均成本在100块，100块。迄当阵那个剩20块、30块的时阵啊，农业叫不闻不问啊。我跟局长讲，在前朝啊。当过年后到母亲节这一段时间啊，花价在跌落的时候啊，咱经调就利用这个时间啊，办足济花艺的活动，来推广花材、推广花，让花农伫这个淡季内底啊，有一寡好补一下成本一下，哦，补一下成本啊，卖讲利润。啊，也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啊很多的民众啊，接触咱家的国产的，咱家的奥利所生产的花。你今年有办无？高演，我们配合灯会，我们有邀请敦南灯还有会后里的花卉展要办。你卖讲灯会，我今天跟你讲诶，我讲当你讲西，你有办？伫这个过年了后，灯会结束，来个咱今仔这段时间。有任何对花农照顾、关心、推广花的相关的活动，也是有去后里甲因关心者无？有无？包演后里我常去啦。那
公所，也有请公所来协助。我你知影后日才种百合呀，就过年甲今仔炒到损失偌济，你知道？我头先跟你讲嘛，上俗二三十块嘛，成本才百二块嘛，一百平均了一百嘛。就过年甲今仔农庄，伊损失偌济产值，你知无？损失偌济金额，你知无？是，所以我们有请连数据都唔知道。公所在炒到农庄两亿啦。哎，筹备百合。后日吼，即个花农啊。农庄种百外公顷，一百六十公顷以上啊！过年甲今啊，甲百合的地价上少了两亿啦，了两亿。咱农业局有去甲伊关心，有去甲伊了解。我唔是讲你爱甲伊补助，至少你爱去甲伊关心了解。对一个花的介绍，当然有忘记，有淡忘记。但是等伊正式的了解实在安尼吼，你敢有去甲伊关心一下？导演，其实我们是从种球的冷藏调节技术，希望在这个所谓的单季哈，请农民可以减量生产，来帮助他们呐。我跟你讲，对农民的关心，人是感受在心肝头的。您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方式可跟人斗三工的？农民会点滴都感激在心头啦。是，好，第一，今年。对咱农产品的外销啊，你有什么计划无？咱台中市有什么好外销的？水果有什么？水果最近要做的就是奶汁供应，你七月要去做奶汁供应，还佫有什么会当外销的？当然，梨子来啊，柑橘类的，柑橘类的，凤柑、木瓜、凤柑，哎，对吧？是，当然是包括花卉。啊，竞争力！年轻人外销，今年有什么计划？外销，今年你要做外销？来，你讲乃至林景啊？是。林景，你要卖到啦？林景，你要卖到啦？林景老家卖出去，我实在就钦佩你啦。乃至甲玉荷包甲人争啦，林景啊，卖林景乖啊啦。其实，林景干嘛做甲人争？我们在努力。其实，龙眼干在。哈拉就是回教的穆斯兰区域是很受欢迎的，我们会努力。你连姜妹妹、奶鸡妹妹，是来啊，妹妹。柑橘的，哎，碰柑。碰柑，你今年的目标要外销多少数量？你有计划吗？我们希望市场现在在多呢。是，当然，除了应该要有规划嘞。有规划，除了连姜要出来，奶鸡要出来啊。你要卖多少市场？主要以东南亚来先做第一步的。东南亚多位啦，较卖啦，文莱、新加坡啦，啊、对吧？温带。我讲要卖多，来啊，要卖多。温带，我讲，像其实我们的柑橘类是很有竞争力的，柑橘类的。咱们那是卖东南亚、新加坡啊、香港啊、文莱大料啊，木工也卖大料，连肩瓜卖大料啊。啊！你知影迄卖甘正港的甘甘，恁也无适当的支持甲补助，甘卖出去，卖出去无？咱的成本甲国外的市场有拼无？有拼无？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啊！有竞争力。我们的农产品有竞争力。你没有给他们适当的补助，在价格有竞争力。你问恁的科长问好清楚，我直接要要求。今仔日咱的目标是要调节国内的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所以咱必须要有适当的经费预算，恁哪拢编来对家的外销的农产品，对家的农会配合咱的政策来做外销的这部分，爱加以适度的运费也好，的包装也好，还是其他的行政手续也好，来加以协助。谁做会到吧？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嘛。人家都比蔡金强的时代都较用嘛，对吧？有信心无啦？有哈、哦，有你就爱护啊，督促你的家的主管，我看不出啦。今年你们啊要怎么卖啊？到现在啊，跟供应商啊的接洽啊、联系啊，预估我们的产量啊。这些事情要赶快做，啊！我都问你，头拄仔讲到花博，
花博应该你总管嘛，啊，花博是一做还没做？可以做，可以不可以做？可以做，能做，有目标可以在2018之前完成嘛？一定可以啊！一定可以，哦、对。这样听到哪个较爽对吧？局长请坐，来，底下还是要为我们的无阻碍最好食，无阻碍最好食。阮的宏源的南坑里，阮的南溪，阮的东阳，哦，后里的广福巷要无最好食。去年已经也在我们南坑啊，有做的严管呐、啊，第一期的工作做完了哈、哦，今年拜托第二期要继续做啊，哦，所以你这局长。你免回答，因为时间无济。你的工课就是，予阮的民众要去食地下水的，要去食溪仔水的，有自来水好食，安尼好无？好，目标就改变，好无？这第二，即个违章工程啊，恁警察局爱卡出来，袂用放咧予都发局啊，直直去抄啦。你们是要跟中小企业？这个工厂卡做伙啦，你第二家的工厂吼，拄啊是安尼抄，互消防局安尼抄，互劳工局安尼抄，哎，我们都要保障该有的劳动条件、安全什么都 OK， 但是你哪一天在中小企业发声，争取一个辅导的平台啊，对吧？是，是咪安尼做？都来工业区啊。洪州二期当时好，巨星当时好，都一年好无？巨星可能较紧啦，差不多两年啦。哦，较紧还有两年。洪州因为即马个环评二期，我都唔知中央会拖偌久啊。当然，阮个去扫。好，时间到，谢谢陈青龙陈议员。接着下来，请林汝洲林议员咨询。时间十五分钟。感谢主席哦，副市长哦，各局处长哦，各位科长哦，媒体好朋友哦，大家老早哦。早。安尼真精神呢，看。讲到2018花博哈、哦，这国际性的活动啦哈、哦，莫怪陈青龙大登得啊啦哈、哦，因为他是宏源区哦，阿哥吼，伊选举哦，大讲讲这个花博哦。啊，选票就得来吼，是不是啊？呢，我怪他跳脚吼。但是对于停办的花博的同仁哦，他的思维吼，当然个人个人思维啦，本身我表示尊重啦吼。但是陶如龙的局长讲哦，2018可能会做花博啦，所以讲吼，陈青龙话一句爽啦吼。啊，我看我请副市长表示一下啦，2018的花博能够如期完成、如期进行吗？请回答吗？应当输了，阮叫你拼就是拼这条，爱出来，一定要出来。详细了吗？你看，恁咧拼的，阮咧拼就是拼这里、個，爱当如期完成吗？无嘛袂使哩啊，无嘛袂使哩。我讲，光靠一个农业局哦，可能力量还不够啦。没有错，牵涉到交通局，牵涉局处哦，真多啦。所以讲哦，责任不是干哪，你答得我多啦。你答应哦，这市长啊、副市长、市长哦，那无吼，甲你斗协助吼。你叫别科室的局长啊，叫袂行吼，花博吼、喔，无定不能如期完成啦。所以讲吼、喔，整个团队纵向横向吼、喔，副市长啊，你既然伫大会讲吼、喔，要做啦，无你就歹做啦。我你讲吼、喔，你讲要做加财咋？本身认为讲吼、喔，你若讲歹做吼、喔，即马外口吼、喔，对着恁新市政团队吼，都感觉讲恁的停办团队啦。即马后摆林佳良市长出嚟吼讲吼，胜利的吼、喔。也唔知道要做啥啦，但是哦，干来要哦，啥歹做啥歹做啦，民众嘛足侪唔知即经营的呢，足侪人无了解的呢，所以讲哦，加在你今仔日哦，两个局长讲要搁做啦，啊副市长你也讲要搁做啦，啊无吼、哦，明仔载吼，新个封号不是林佳龙市长啦，是停办市长，啥也拢卖办啦，啥也拢卖做啊，安尼哦，大家较赢啦。可能有嘅拍波啊，但是有嘅吼，咪感觉真无聊啦。要拍拼嘅人咪感觉真无聊啦。啊，你有回答讲哦，如期在2018完成啦吼。啊，安尼好啦，你请坐吼。那么我三点过，
花博能够如期完成，可能哦，未像 BRT 迄款的啦吼，讲拢停停起来吼。蔡永吉长，有重要电话吼，那重要我就原谅啦。啊，那如果不是很重要，隔壁也有秘书也有参事的吼，替我接一下，因为本身咧接顺，迄是一个态度啦，代表尊重啦。啊，因为哦，你年初比较少吼，我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啦。啊，那你了解无？后摆本身来接顺哦，请电话哦，嘛会使叫隔壁听一下啦，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可以好。那么请教你一个问题，台中港务局回馈金哦，今年拨来我们台中市政府总共有多少？请回答。主席，谢谢，感谢主席。谢谢我们李员，我报告三年啦，咱三年。台中港务公司在1801年拨了给我们2亿2100万啦。哎呀，再来，快点啊！1802年2亿6400万啦。哦。1803年2亿4500万。啊，好，请坐，主演在增加嘛。啊，局长，而且几面来赢？谢谢李演。当时有一个游戏规则，前两年都已经要，前三年都。分配在港区附近5个区作为建设使用。好啊，那今年呢？今年的部分也是一样，本预算编1亿7000万分5区做建设，这回对家预算各个人拨7950万，所以下年5000万做路平专案，3000万明年继续用你家。那么在港工的回馈金哦。你即摆呢？是用书面的，因为时间无够。用书面呢，安怎运用啦？分布在哪里啦？做什么项目啦？吼，是不是书面我不是了解就好？OK， 我们把三年的收入面跟支出面，啊，你这些，你我是讲要今年的，你讲三年，代表你有诚意啦。好，那你这样你就请坐了啦，好不好？你的详细资料了哈。那么，局长。我头对你好讲哦，叫副市长、市长来到承担扛起啦。那听到哦，农业局哦，之前的县哦，好几期哦，这农产品呐、啊、吼、哦，对农产品哦，我感觉讲哦，产量辅导产量非常重要，但是哦，产值哦，包括行销哦，也蛮重要的啦。有迄个量哦，结果唔知道要卖对多少钱哦，或者农产品哦发生问题哦，会让。农友非常的遗憾呐，佮赚袂到钱啦吼。那么刚才陈金龙也有极力农研各花费啦，各项目啦吼。我感觉足侪区吼，你讲哦太平的起白啦吼，啊迄个外埔的火龙果啦，我看这边讲产品哦讲袂完啦吼。啊你讲本溪哦生长的区域哦，你讲多多宁静的西瓜啦吼，啊包括整个大山顶500-600家的番薯啦吼。这个都是要辅导，但是哦，我了解讲哦，伊不是了解哦，这几年当中哦，那敢那哦，农业局对辅导含产量哦，这产值哦，能够提升哦，最了那敢那还差强人力哦，是不是？我举个例啦吼、哦，你讲像番薯其实足好的消化的物件啦吼，啊个排毒各方面都很好哦，到底未来吼、哦，咱的农业局吼、哦。我要叫你讲20多项，可能时间嘛无够啦。你简单哦，只是这番薯哦，即马有500-600家，包括大肚山上哦，对沙鹿、龙井、大肚整个台地吼、哦，拢有咧生产番薯，包括毛人咧弃种哦，迄无毒的，唔免下农药的番薯，迄款实在足好的。对，现在食安发生问题哦，大家拿来食无毒的番薯哦，佮会健康，佮对消化、佮排毒各方面都好，以番薯。你们来个辅导，要那个行销，请你简单扼要回答。包员，议员的确是很内行，讲到重点。我们甘薯是非常好的一个农产品，那我们还是第一个要务，先辅导农民种出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好、哦，安全第一嘛。然后接着我们再来依据不同的通路来辅导它，甚至也要做不同的类型的好的加工。那有不同的，包括我们想把它用地产地销引进到我们的协同营养午餐里面的食材，包括协同营养午餐。你请坐了哈，这
我唔敢讲叫你讲哦，一处可成啦吼，但是你爱实施落嘴啦，包括各项各产地啦吼，各农产品哦，要详细的去计划啦，详细计划，那么时程要进度要排出来啦。啊，你这我啦失去节啦，我不定时间啦，一个那一内吼，包括旱季啦、农产品啦、各地域的农产品，你是要哪做吼，也让本席哦详尽的了解啦，好不？是，好好那么我们来农业局也有动保处哦，啊，动保处的业务是啥？我们你，动物保护，还要回答好，还有回答你坐的啦，处长。八月我们动物保护防疫处的业务就是动物保护跟动物防疫。动物保护哦，啊，流浪狗啦，各位什么动物都要保护哦，是不是这样？只要是动保法规定的脊椎动物的，都属于动保法的。好啊，啊你动保处。台中市流浪狗蛮多的吼，作祟的吼，有追无啦？有历年来有在减少了。啊你当处长当多久了？保远大概三月份开始。三月份才当了，啊你们过多少个人呢？一个多月。是之前代理。之前代理。代理多久？代理半年。半年，啊你之前那个处长当了多久？才换你的，你知道吗？大概十年吧。十年哦，啊，你这半年九个月有没有作为？有咧想无？有想讲哦，这流浪狗这个动物啦，要好好来个最好无？有安尼想无？有，就是因为配合动保法，就是我无时间来关心侪啦吼。流浪狗吼，结果吼，本时哦，有一个案例啦，啊嘛实际啦，恁流浪狗吼，伫车道向碰着吼，你们动保处讲吼，连伊讲叫人家去问笔录啦吼，啊结果才甲送地检署，啊结果爱罚1万5，啊恁早本身了解，结果讲这1万5唔免罚啦，我讲详细的情形啦，我剩5分钟尔啦，你拢了解啦，啊你嘛要来甲道歉啦，但是我讲一个案件啦，一个行政手续吼，不是道歉两个字吼。就可以完了啦，希望哦，下面不要有受害者啦。我讲流浪狗去哦，车崩掉吼，也蛮可怜的啦。但是撞到流浪狗的人，伊的时速，伊都无超速。我的乡亲的阿伯阿姨也无超速。难道看到流浪狗，他要闪到右边，闪到左边，然后再去撞到人，发生车祸吗？那是无意中去搞掉呀。啊！恁动保处的人在处理，甲叫来问笔录，讲这个没有什么，我们是问一下笔录，然后把他送到地检署。啊，地检署，然后再经过4、5个月寄来罚单，加再无加寄刑事的，无阿伯阿叔寄一个吼，都心脏都麻痹。啊，你们动保处的应该这个法令，如果中央的法令跟地方上对地方无好的，还是讲哦，没有照地方迄无实际啦！你应该甲中央反映，什么大港上反映去？我说匪夷所思呢。本身我接到这個案件哦，匪夷所思。那有这款恁动保处的人，到底是哪一个主办人员叫人家去问笔录？然后说没有事情，我是问个笔录，然后再把他送到地检署，然后地检署寄单来讲啊，还无要紧，还1万5块的啊那啊那啊那，无时间啊啦。你来龙去脉书面，包括那个主办人员啦，现在你以后要怎么做啦？详细的告诉本席啦。是。那我看了吼，满意就好啦。啊，我阿伯啊解释就好啦。然后要送到不合时宜的法令，爱甲中央讲哦，不合时宜的法令要更改，你嘛爱去做啦。不合时宜的法令你唔去更改，啊，无你坐咧位是咩样呀？是不是安尼？是。你详细的无我吼，那个总执行你要可以请教你这个问题啦。你请坐，因为无时间啦吼。啊，咱的金花钱哦，大家都讲违章建筑啦，啊，违章工厂啦，啊，实际都实在工业区都无够啊，啊，你啊中小企业你啊，无浪堆搭起来，你要如何让它生存？那你金花钱，你坐在那个位置，本来你就是要去想办法，在没有很迫切危害公安会发生代志的，你讲一直伫咧处地，规个中小小工厂拢走了了，安尼是要安怎做？是不是呢？这个要想办法啦。那么本席说，副市长，你车坐啦，怎啊坐啦？
另外呢，跨列私系哦，要如何为我们中小企业来尽心尽力，找到他们适合的地点，没有那嘴哦，你也书面写报告，是送给本席。那么我关心的就文山工业区了，你请坐。文山工业区延宕25年，25年的岁月，经过几个市长，你来看。经过几个市长，对啊，地主哦，我大山顶下地主哦，非常的无公平啊。那么文山工业区未来何去何从？到底是要做，还是把它废掉，恢复农业区？啊，你即马要做唔做，都不晓得。啊嘛，唔是农业区，结果哦，如果要改名，嘛得要征台税。农业区免征台税呢，工业区一定要征台税。所以讲哦，副市长，请你哦简单扼要，因为无时间，无总是先这个来讲，你请扼要，简单扼要。主席，我那个，前我就任了，我原来对这個文山工业区真重视，啊，我嘛知影讲20几年来啊有南边甲北边的问题，啊，当然顶几间南边甲里长嘛来甲我讲，讲一定袂使做，但是徛在我的立场咧，应当是爱了解所有人的北边、南边的看法，所以我即慢慢有去问卷调查，所以我调查了，那准讲啊。那一档是大家当坐，啊，那未当是不是甲南边的咧放一边，啊，咱阁重新来开发另外一边啊，北边安尼。好，你请坐啦吼。总是安尼啦吼，一项计划吼，既然吼25年前吼就开始有计划啊，结果吼所有的公务系统啦，当然会遇到阻力啦。一个计划吼，若无遇到阻力，迄嘛唔是这唔是计划啦。啊，遇到阻力要如何化解？啊，要安那来实行？这拢是吼、哦、当事者吼、哦，含吼、哦、要做的人爱有架势啦。你若讲哦，拄到问题、拄到困难哦，就把它丢在一边哦，一直延宕哦。我看林佳龙市长哦，已经做4-5个月啊啦，连咪都4年搞啊啦，会议拢会做袂成啦。所以讲哦，既然副市长你是工业区出生的啦吼、哦，谁进入理事长，我相信你非常了解。困难要如何化解，由你来召集啦吼、哦。看要安怎做，请示林佳龙市长啦吼。好在这2-3年当中哦，看会当哦，提出解决的办法啊来进行，至少哦有一个开头哦，大家就会顺起来。好，谢谢我们林汝州林议员哈。接着下来由我们王立顿王议员及陈世凯陈议员、张坤张议员联合执行。时间15分钟。感谢主席哈、哦，我们市府各级长官哈、哦。大家辛苦，金发局长，我先请问你一个问题，在台中目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园区，在今年灯会的时候，我看到大量的广告，也替台中很开心。这个园区叫做台中软体园区，对，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哈？对，当然知道。好，金发局长，我问你，软体园区，我们期待它的效益是什么？对。期待的效益是希望带进更多高质化的软体的能量，然后来加持我们的硬体。希望引进更高质化的软体能量嘛，对不 对？那另外一方面，我想请教你，我们台中的软体园区是不是希望能够扶植、辅导我们台湾甚至是台中在地的软体产业？当然，这是我们最希望的方向。所以我们最希望台中的这个软体园区最大的目的是在于要扶植我们本土的、我们台中的软体产业，对不对？对。对，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但是我要跟在座的各位，包含副市长、包含局长报告，我们台中的软体园区，你们要知道，目前最大的功能既然是在扶植中资，我们台中的软体园区居然是用来扶植中资企业，这个消息，金发局长你知不知道？我没有掌握。你没有掌握，对不对？我们有掌握。你们有掌握？目前是哪一间中资公司，你知道吗？鲍议员是鼎新电脑。好，我现在来这边跟你说明，鼎新电脑在经济部的登记，它是100%的中资企业。另外一方面，鼎新电脑它的董事主席、董事局的主席，他是中国政协的委员，好、哦，中国政协的委员。再来，鼎新电脑过去也曾经承包过我们经济部的案子，最后因为他的中资身份而被经济部解约。在民国99年的时候，经济部紧急跟他解约，当他知道他是中资之后。但是局长，我要在这边跟你报告，我们的这一块台中软体园区，这里有一个图，我给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说是扶植中资？这一块软体园区有分很多的小块，最重要的就是中心路旁边的这个区块，里面最大的这一块，也就是秋块 A 的这一块，我们居然就是给目前我在所说的这个中资企业，也就是鼎新电脑。局长，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台中的软体园区，他把最大的一块地给中资企业，而且我听说台资企业也有意愿要做的状况底下，把它给中资，你认为这样妥当吗？八议员啊，这个是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所开发的一个园区啦，那招商也是由经济部来负责。那这个整个招商的一个过程，我想我们地方政府还是只能够尊重中央政府当初的一个做法。那我个人当然是觉得说，如果是本土的厂商，特别是台中在地的软体厂商进驻，那当然政策的效果会更好。目前我跟你讲，台中确实有厂商愿意进驻，但是他们苦无门路。局长，你刚才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但是我在中央找到的资料，你看一下，102年，经济部那边的投资审查里面有提到，他们有会同了陆委会、国安会、本部审查委员会以及台中市政府，大家有共识，说要用事先审查的方式，而事先审查的方式，要审查的时候，他也把前面的所有单位都找过来。也就是说，审查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当然不是林佳龙市长在任，是胡世强市长在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台中市政府也放任让中资的企业能够进来这个地方，甚至分到最大的一块地给他。局长，我们台中市政府有没有能力做出什么补救的方案，让我们台资企业可以优先进驻台中市的软体园区？跟议员报告，我想，就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办法如期的来，这个进驻跟完工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建请中央来重新考虑这个投资案，因为他就占着地方不运作嘛。第二个是说，哈，其实资讯服务业哈，有很大部分是在公共采购的部分。就他要做政府的生意嘛，那这部分我是希望说我们府内要有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呢，各个局处呢有要监制任何的资讯系统，必须要由研考会的资讯中心来统筹。那我们必须针对，如果是鼎新电脑来标这个案子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很严格的审查机制来看他会不会对我们的资讯安全造成隐忧。好，经济部就已经不把案子交给这间公司了嘛？这间公司未来来到台中，台中市政府你也说我们要积极审查，尽量不要让他标到案子。但是问题是，他来台中框了这么大一块地，目前为止，局长你知道他有盖任何的建设在上面吗？目前来讲，他应该是有，还是有一些进度了。什么样的进度？进度的比例、速度有没有 delay 到？现在还在景观审查而已，他还在送建的阶段。所以目前还在送建的阶段，目前他签约时间应该到什么时候？签约的时间的话，大概再过一下一阵子，可能就到期了。我们很担心的，就像局长你刚刚讲的，鼎新企业、中资的企业来这个地方发展软体企业，对我们的政府来讲，你们也可能觉得是一种威胁。另外一方面，更担心的是你刚刚所说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他已经来这个地方，到现在都还在送审查的过程。站着这一块，这个地方对台中来讲的发展是如何何等的重要。所以我要拜托局长，台中市政府要有态度，虽然是中央负责招商，但是台中市政府一定要有态度，保护本土的企业，你做不做得到？谢议员的指导，我们会依照议员的方向来积极监督，以及跟中央建请重新考虑这个案子。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张芬英议员。谢谢。谢谢。局长，这块地吼，伫阮台里人外选区吼，是我们的心头肉了哈。刚有讲到，这个是最好的地段，最大的一块哈。阿朵阿内挂起火狼哈，我们的乡亲非常的心疼啦。很多人期待 keep you 嘛哈，大家来做行李，但是最后落空了啊。原来不是外地人提起呢，是外国人提起哦。局长，请记住这件事情，外国人跑到我们的中软来了，我们心疼，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在这个当会的时候，因为中软是一个场馆，所以它
亮起来了，大家都注意到它。借着这个机会，这个厂商是不是在媒体上做了很大很大的广告？我们都耳熟能详，可租可卖，可租可卖，在刚都一直播放，一直供了哈。当初我们大家都认为它就是只租不卖嘛。那现在框了地，卖出去了，以后怎么要得回来啊？局长，请你把这件事情正视。我想哈，这个媒体上面在过年期间这个广告，事实上是这一个园区里面，因为它是一个二加二的设计了，它有两个地方，就诚如刚刚三位议员所提到的哈，是有两家个别的厂商来新办大楼哈。那这个我想，这个土地还是应该是用租的啦。那另外呢，打广告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综合型大楼，就像我们的南港软体园区一样，它是由这个大买家来负责新建跟招商的部分。那当然这个我想广告是非常的密集。那在那个综合大楼部分，我们希望市府的态度是希望能够真的是诚如刚刚三位议员所说的，是招更多的这个台中区的这个软体的业者进驻。 OK， 那我再接着请问一下我们局长哦，就是说目前那这块地到底可不可以卖？依照加工出口区他们一向的做法，基本上都是只租不售了。基本上那表示说还有机会会卖吗？这个要看中央的部分，这个嘿。好，那所以呢，我想在这边建请我们局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不希望由外资来养地了哈。如果他只框住这块地，然后不开发来养地，我想这对我们本土的产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哈。那所以这一点就请我们局长特别注意，也特别要求，一定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好不好？是。好，接下来我想我要请教我们的农业局，好，我们农业局局长，局长，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在无期港区有一个中隆公司哈，那他在第二期扩建计划的时候呢，在98年他提出了一个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其中他有说要回馈的措施，就因为要检讨 CO2 的减量哈，那所以曾经委托我们农业局在大肚区的山阳段实施造林计划，有没有这个计划？包演有。那这个计划总共的经费多少钱？总共的经费，好了，我跟你讲，1187万了哈。好，分两期。这个计划要造林多少面积？大概20公顷。好，那请问一下哈，我们造林，我们择地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这个是农业局主办的嘛哈，所以当初的择地的标准是什么？只能跟议员报告当初的文件的说辞了哈。因为小弟没有参与，他们当初的写法是说，实力空旷地，还有其他部分分布不均的，一些有孔隙的地。OK， 所以是空旷地跟草生地，对不对？什么叫空旷地？就是上面没有植物，没有植皮，对不对？是。那草生地表示说它只有草没有树，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可以，可以，好。那请看我们的照片，好不好？来，局长，你看到这块面积吧？哈，这块我们面积下面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请问这是空旷地跟草生地吗？包眼袋只有右下角那一小块。好，那你知道我们所选定的二十公顷里面有多少的比例是这样的面，是这样的状况吗？你有去现场看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吗？这样的实施状况吗？包眼到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哈。是，我跟你讲，依照我得到的资料，我们那一块二十公顷有85%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呢，我们的新我们的农业局在4月21日还发布说，这个叫做草生地，这叫空旷地，你觉得合理吗？当然，如果就目前的照片，当然不合理。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啦。如果照我们一般造林的计划，每一公顷应该要种植多少株？要看不同的树种，好，那好，大致上你给一个数字，一公顷大概要至少一千哈，是。好，那我跟你讲，这块二十公顷，我们总共花了1187万哈，我们总共买了48000株，表示说如果以2000株来算的话，大概差不多是24公顷左右，这是合理的。可是明明这里就只有15%，剩下3公顷的这个空地跟草生地，请问需要这么多吗？包括演，当然他在契约里面是说
他负责到完全就是说成活了，所以存活，所以他会有一些你要在尽忠照理就对了。他已经85%，你要再让他存活，是要把原来的相思树林砍掉，种新的树还是怎么样？不是，这是说他有种下去的竹枝要，他要保证让他成活。所以他只有15%嘛，他只要种3000株就好了嘛。计划里面48000株，那这个都你请问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弊案？还是说他就要把树砍掉，然后重新造林？包括据我所知是没有砍树啦，没有砍树，对。是。那请问一下，48000株怎么种在那些那个？来，请看下一张，我给你看一下他的成果。这就是我们种的树啦，有活吗？在林中造林，在阳光稀少的地方种了一个需要向阳的苦练，它会活吗？再看下一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目前的状况，甚至于把所有原来它有草的地方全部都除掉了，这叫做我们的造林。我跟你讲，再看下一张，如果依照我们，你也是农业博士的，如果依照我们的经验，你给它放着，那15%慢慢就会变成现在状况，然后慢慢它就造林了。结果我们花了1187万，然后去把种成那样子的成果，你认为这合理吗？值得检讨。请问一下，好，我想请问一下副市长，你刚刚也听了这么久了，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问题？详细我是不很清楚了，但听起来是怪怪的。好，所以本席要求，如果觉得有问题，我们送剪掉好不好？副市长，你可不可以承诺？如果有问题，当然是要了。所以我们这个案子，你觉得怪怪的，对不对？我们请剪掉来调查，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资料送剪掉调查，好不好？送我不反对，但是我是真的不清楚，所以我不敢讲的。所以本席要求，我们把我们的资料整理送剪掉，可以吗，局长？好，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陈胜凯议员。局长，你在这边承诺说这样子荒谬的造林方式要送检掉，你要真的做到。前朝所做的事情，我们该检讨就要检讨。未来对于造林的问题，局长要落实。目前中农公司他有没有继续在补助造林的经费？包员，现在议员所提问的就是第一期的计划，他还有第二期，我们要慎重检讨。好，目前大肚山上有很多的没有草、没有树的地方，因为火灾，所以这一块可以优先来选择。可以，不过有时候就会有不同观点呐、啊，有不同观点，因为有的观点会说，我们就不要管它，它自然而然就会成林、哦、所以观点会蛮多的。好，时间到哈。好，谢谢三位议员哈，谢谢，谢谢。接着下来时间由我们陈春天陈议员哈，时间15分钟。好，谢谢主席哈。看到吼，那个咱政府吼，咱的高层吼，安尼打，我都租地，我都用地用10天吼，等会时间。我都来减免地价税1200几万，这个吼，我头拄不可思议。可是我也觉得，以地方税务局局长，啊是讲吼，丰原的主任，丰原主任讲什么叫法规减免吼、啊，有条例，按过吼千几万要减免，还有要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就是讲，你十天，吼，你若讲去外口租，嘛超偌济钱尔。结果你有法度来减免1200几万，这是不是高层受益的？局长，你有权利吗？你有权利吗？报告议员哈，这个案子哈，当然你有没有权利？你有没有权利？这个我们按照税法的规定还有程序哈，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核准。你可以直接核准，是你核准的吗？跟高层没有什么关系。是你核准的吗？我们按照分层负责。分层负责是谁准的？就是我们分局就可以核准了。分局就可以核准了。对，而且
连我们张副市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想，如果讲说是高层受益，可能我们知道从这没有1000多万，你把这是纳税要纳的钱，这是咱市库的减收了。你有法度千几万，你就决定这个问题吗？你的老百姓一千五厘，一块五角，都要征收。是。你有法度讲五天、十天？几天而已，你我都减免1200几万。是议员，我们知道这，我们看到这边有点不合理。你实在是吼，真大方啦吼，你实在是人真好啦吼。我跟你讲，减免的话，你也是减吗？你知影伊做了无？人永丰伊讲一句话了，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了。人也无叫你免呐。你想要变？无啦，议员，因为吼，你吼，所以讲吼，办电话按营业土地局长，你看卖，这市库收入伊有法度达1000几万来讲变？你一个人在当上，用我用伊过来讲，讲吼，我也无讲卖免迄个地价税啊，啊，你想要用这个问题？报告议员好不好？所以讲，这不是高层，无什么人。这个部分的话，刚刚我们我跟你讲啦，我要来讲，你不会权利啦。所以刚刚我市库纳税人，哦，恁对财团到这款的，人嘛无讲吼，你卖减免，卖免，啊，无你会使去减吗？对这个部分，刚刚那个要符合比例原则啦。其实我们有在虚心的。你若讲这几工啊时阵哦，来新人组嘛，超50万、几十万、100万，好不？嘿，啊，够1000几万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你既然说有，就把它一个公文条免了。好了，谢谢议员的指导，我们会检讨改进。我们会检讨。我决定，我决定。你看安尼有利不？我安尼想啦，因为这个代志前发生了，我嘛一直在想这个代志。是不是这是我家己思考想咯？是不是去当阵咱要灯会要爱停车场啊？就像啊，迄地足大地，都去挖去，挖去甲租。但是像我家己嘛唔知讲，竟然法律是规定讲，你那是租偌久以上，迄年就减免。你要比例原则啊，你安怎？但是我家己问下，因讲你啊，但是因讲你那是准讲，这次租房安尼讲，哎，嘛差不多50万。50万，你1200万，你来减咩？你来弄掉了，拢没收。得建个工。我跟你讲，好，咱一般老百姓都哈不成他的比例原则了。我来讲，老百姓，老百姓当扣1500里，一定让扣够，都未使讲1500里都没有减。结果你有法度用这块代志做出来。我对于咱的。我的团队吼，干嘛吼？恁真正是土里，所以说我觉得高层受益啦。我决定你不受益吼。无，安尼可能更高层呢。运动我的看法是讲，这个法律是规定讲，你规工你都用规年全面，这个是万一嘛真歹做人啊。伊就甲你讲，我确实有做哩。我十九号，我来一个月头你用，我再一个月佫会使做人呢。嗯，安尼我嘛佫赚呢。无了无，因为你有人来，所以你都拢减免。这我吼，我去甲伊问因的法律。条文了，这一两位的话不条文，爱落去改才对了。因为我担心，唔是。我讲啦，减免吼，啊，我讲啦，人都讲吼，我也无讲买喇叭。好，迄个工作。政府要好好啊。你讲安尼，我唔知。政府是啊，做好个呢。我认为。当太子。歹势，我个人因为永丰鱼吼得了便宜又卖乖，那我也感觉。迄是咱的意思，恁怎么减？啥物人减？应当唔是。人都无啊。我得要拉吧，你先帮我拉。搞去，搞好就好啊。你实在吼，我讲你实在吼。他减的吼，那议员讲的这个比例原则，其实我们也是会在建议说，这个中央是不是这个法令，我们有在检讨的一个必要这样子。啊，你去做好，你去做好。我要来讲啊，林子嘞，我来讲啊。啊，局长你也做了。我是用个比例原则吼，要让恁了解点。十天一个月，你嘛能省。偌济地租金偌济，你忙省，结果你就全部把它免掉，你就是短少市库收入，而且你也没有权利，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权利。哦，个人公司讲吼、哦，我也无要，无讲买缴啊，那是你买给我缴的啊，嘿，你是来做凯子的，啊，笑死啊，是来讲笑死啊，
我吼唔捌拄到这款代志，我凭良心讲诶。地方税务局吼，互恁吼一级单位，无恁本来是二级单位，是财政局下骹尔咧。迄是我提出来的，互恁一级单位，结果恁做这款代志。局长，袂使随便受益。我讲，这款诶财政诶收入，财政局长你要讲吼，好，我来互你讲一下。你也痛心无？你讲，你讲阿妈来，你讲阿妈。我们谢谢陈立言，我想我跟你一样痛心。嗯，这个是事故的收入，对吧？是市民的损失，对吧？今天如果说这个是合法，我们很明确的可以说法令不作言，合法不合情也不合理，所以我们强烈建议你好应该把这个法令做修正，但我绝对可以向各位保证没有高层受益。谢谢。快讲啦，这无高层错伊无可能啦，恁地下手人无可能做啦。千几万吼，诶，市库收入，你一个局长，你一个分处的处长、主任，都法度去决定，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讲吼，我感觉恁团队真正有问题，拢甲财团挂钩，拢甲财团有问题。哦，有这点都看得出来，哦，有这点都看得出来了。所以说，伫你财政局的财政局的立场，市库的短收。那整个这个条例，你跟我讲话讲喊老百姓叫做短收吗？老百姓七千五的时间不得要收，你嘛是不放过啊？这么简单，就用几工啊尔的，都爱千五几万。我同你讲啊，你去用租金，你嘛唔要找啦，你都去想就好啊。你这款代志恁做会出来？这无图利是无是甚？哪你讲？这不是高层收益，无是甚人收益？局长，你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我看你足可怜的，面顶啊交代啥，你有做啥？真的，当这个职务还是要有架势。咱独立机关呢，市长若讲唔对，也是讲吼，伊啊政策唔对，你咪讲不啦，你袂使讲个对伊行呢，你就同流合污啊了，对不？高层受益啊，要图利啊，这不是你互一般老百姓来看，这是不是图利财团？啊！人佫讲无爱啊！人佫讲唔免互你减啊，唔免互你免啊。结果你拢啊免了了的，一千两百几万拢免了了的。哦，你实在市政府即摆实在钱伤济款了吼，钱伤济嘛是顶两三届赚来啊。所以说吼，我觉得很多的一些的，我觉得吼一些的你们的处理的一些事情吼，比例原则，而且对。一般老百姓的看法的做法，跟所谓财团的做法是两样，是两个方向，是吼两样情。一般老百姓一千五里都无钱啊，你要一直靠要挨。啊，那财团嘿，那钱都较济啊，你去要摕我倒，这是什么逻辑啊？我看拢无呢。所以说吼，我今天吼。真的是语重心长，我是感觉吼，咱的团队那奇怪，这款代志做会出来。你若不爱去照顾老百姓，啊，他财团一直你也照顾好，都好个啊，你去摕钱去个塌，好，搞不人输底啊，讲你千几万年，我是无啥啦，迄是人即摆安尼讲啊，是你着知影意思啊。真正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实在讲诶，看来是啊，做伤心的啦。海外吼，海外迄屏报纸。还有很多的一些民众一直打电话给我，我们市府团队为什么对财团那么好？为什么？请问，我当嘛土地伫附近啊？无你来打，你嘛打租者啊？我免遐济钱，免有伊讲地价税拢免税，那伊讲吼照租金来就好啊。啊，你若无去做这款代志，一千两百块就似乎就没有了。我讲啦，市政吼，若要请安尼做吼，我讲真正老百姓伊个想法、甲伊个看法，会对你地方税务局、对你市府团队吼，我讲另眼相看的，恁真正是拢乌白做，不要用法令来做什么的一个做解释。法令到即摆为止吼，要改法令吼，真困难啦，我知啦。啊，不过迄是实际的东西，你可以去。你免
不用一次免，你也可以减呐、啊，对不？啊，你该讲啊，啊，你无跟人讲，就提当当，你就随人千几万就好随台变，人家还跟你回一句话，我又没有叫你跟我免，减免，哎、欸，我感觉哦，好一点啊，哎、欸，你用剩一个脆皮，你知道？得了便宜又卖乖，真的呀、啊。所以讲吼、哦，我想嘛，恁在加紧脚步，我讲吼，恁哪里爱吼加较硬的啦，莫定定安尼啦。啊，你卖吼、哦、面顶安那同你讲，你就安那做啦。我讲主任，你也可以跟局长讲说不啦，我实在啦。你们惊，我给你扣，我紧。我来讲。不好意思啦。没啊，没关系。所以说，在整个吼、哦，我们。事务团队方面，我嘛是麻烦你吼，那个郑重的员工，像这个话，我们诉诸于民意，我得诉诸民意，和民众会感受看卖。讲即卖林团队到底是安怎？老百姓拢无咧照顾，甲咧照顾财团，这到底什么意思？很多的一些的缺失，很多不合理的东西，不成比例的东西。既然都会发生在我们这里，这好，我们好，我大家了解一下吧。我希望说，在整个一个我们的一个什么事故的收入短收方面，我希望副局长，你这点你先去了解一下。我讲，哪有要纳的，哪要纳就纳，你免阁叫人讲卖纳。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事故的收入也不是你局长可以决定的。你无可能用个，你无迄个权力来决定这個问题。做什么事情哪有什么？你讲减免条例怎么样？减免条例有减有免呐、啊，你也可以去问呐、啊。啊，你都无了就是公文的，讲免。头拄处理哪讲什么公文来，伊都唔免。啊，公文是发的，加发的，也是高层发的啊，对不对？发到你们这边也是一样啊，是高层啊，你高层是市府啊。那市府啊，他是一定发这个文给你们啊，那你们就照此办理啊。这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嘛。你给我告我怎？不是啦，我所以说哦，高层受益图利财团不可为，高层受益图利财团不可为。我希望恁对一般老百姓较好意思啊，财团钱伤济呀，你免提钱去用倒。哦，我也希望。要有这个观念，而且在整个一个税务方面不合理的地方，本来要修改就要修改。你那建议起来啊，对不？一年通天嘛是你建议，蛮建议无效啊。那我们这个税务局要干什么？所以说，我也希望副市长，你无支持，按过我就知道什么人支持啊啦。以前你也缅甸还在支持啊。所以说哈、哦，我希望。你也可以转达给他了，莫安尼啦，和市国短收这么多钱呐，哪怕多利用苏联的好啊。好，谢谢，时间到，谢谢陈议员。接着下来三十分钟的时间是由我们杨典忠杨议员、吴敏基吴议员联合咨询。谢谢主席，今天我是要针对这个动保的问题啊。来就叫我们农业局还有我们的动保处，我不晓得我们事务单位知不知道动保处的全名是什么哈？叫做动物保护防疫处。我们台中市政府在前一任的这个前朝，他们有制定这个台中市动物保护自治条例，顾名思义就是要来做好动物保护跟尊重生命。但是我要问台中市动物保护的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台中市的动物跟市民最亲近的狗跟猫，到底他们的生命有没有受到这个保护？我想请问一下副市长，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捕兽夹？副市长，你知道吗？不知道哈，你可能是胜利组的哈、我会使摕给你看。
捕兽夹就是这个。捕兽夹的国语太。哦，这个是最普通，很多人在使用的这个捕兽夹，但是我们的这个自治条例里面有规定，现在不能制作，也不能贩售。但是在我们台中市整个区域来讲，还看得到。副市长，你知不知道这一个捕兽夹还有人在使用？还有狗跟猫，它的双腿都受到捕兽夹的这个夹伤，甚至截肢，还有丧命，这个你知道吗？副市长，请回答一下。这方面我实在不清楚了，搞工厂我就懂，搞这个我才不太懂。好，副市长既然不知道，那我们农业局在干什么？没有好好的宣导，我们台中市不能使用捕兽夹，副市长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动物保护的自治条例有规定不能使用捕兽夹，也不能制造这个捕兽夹，还有人在使用？究竟是我们市民在挑战我们的公权力吗？还是市府没有在取缔？副市长，你解说一下。所以认真讲起来，就是爱宣传嘛，因为接触这块的人嘛，不是真济啦，啊，就针对迄款有咧做这款工作的人来，吼、哦、聚焦来给因教咧。啊，不你讲，可能一百万人，可能无一千人咧用这個，我的想法是这。副市长，你的观念是讲吼，市值遮高啊嘛，袂要紧的，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都你无去甲教育，像你甲教育无效，我都唔咧用这個，所以。我同意你讲农业局哎，针对副市长告有无啊、哦？嗯，你还是要教导我们副市长，让他知道什么叫捕兽夹，好、哦、啊、什么地方会使用到捕兽夹？这种严重的问题，你要把狗跟猫当作有生命的这一个动物来看待啊！不要看它是狗和猫就随便，管它是什么东西，只重视人，这样是不对的、啊。副市长什么都不知道，你要给他教育啦。台北市有一位民众、哦、跟我通报了捕兽夹的这个案件，他说在这个慈济的医院附近发现的，伤到一只小黄狗，那时候发现已经超出七天了，各位把它看一下，一只脚断掉了，你会有什么感受？依我们副市长刚刚讲的，几百万人、几万人之中才有一个人会去使用，就是因为那一个人使用，才会造成这个严重的问题啊！你今天看到有什么感受？真的是于心不忍啊。副市长，台中市有动保处，台中市有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动保检查员却没有根据这个捕兽夹的存在。这只小黄被这个捕兽夹夹断了腿。副市长，台中市是不是捕兽夹制度？请副市长说明一下。搞不清楚呢，为什么会变成捕兽夹制度？咱敢真济，我落来好啊，甲动保处的人研究看卖，敢有影台中市是安尼？当然，你即马看到这个，我是爱起来了解啦。啊，是讲变成制度了，有一点较夸张，是足惊伊讲真正来变安尼不应该。为什么它会变成这一个捕兽夹制度？是因为我们台中市有订立这个动物保护的自治条例、嗯哼，可是我们台中市还存在着捕兽夹。等一下，我还要拿更大型的这个捕兽夹给你看。哦，
刚刚我提到的是普通的这个捕兽夹，还有大型的捕兽夹。这个可以夹猪，夹大型的动物，这是大型的，这是非常严重的呢。在我们的台中市竟然可以找到这两具巨大的捕兽夹，副市长你有什么感想？对我们的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好像不存在的这个意思啊。我用劝告这台的大铁掉哈，我真的跟他们说，他手机在那去查，这大概是你在山顶吗？还是我跟你说啦，山顶的机会比较大啦，在太平啦，这样的捕兽夹在一般的这一个，对，这个平地就会看到这一个小型的捕兽夹，嗯，这是非常严重的咧，有大型的又有小型的，嗯，副市长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夹被夹到了，你会有什么感想？你去爬山的时候不小心被夹到了，你就会去重视。但是夹到一只狗，夹到一只猫，也是要重视的，不能不重视。对了，对了，对了。好，副市长，你请坐。好，谢谢。副市长，我提在头前给你看一下，哈，让你知道这个大型的这个捕兽夹会造成多严重的这一个这个受伤。我嘛算开眼界了。较早确实毋捌看，不过即若放到人行过所在是真正真危险的。你讲你太平啊，是啥？太平哦。也不过我们的动保处真的要小心一下。这个我今天是算开眼界的，以前也没有看过。这大型的，这大型的吼，可以夹猪啦。阿伯，安尼啊，哎是啥？啊，即马太平也无山猪是哩。无山猪头这物件。对啊。是是是，感谢感谢议员甲提出来了，我们真的要去了解哈，我们农业局应该去了解看看，真的如果人打掉啊，国语不要讲，人了真正去打掉了，真正危险代志出来，好多谢议员甲咱指导了。我们的这一个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已经实施了三年了哈。我想我问副市长，那发生这一个狗或是猫被夹到的这一个报案的案件有几件？副市长大概不知道，农业局局长你晓得吗？报告议员，102到现在有通报的有47件被捕兽夹夹伤。那103年呢？104年呢？到现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有。到目前为止有16件通报，总共取缔了几件？我们就有通报的，就立即到现场先把它清除。不过因为有的是找不到那个这个违反规定的。好，请坐，副市长，台中市政府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捕兽夹消失？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捕兽夹消失？请问副市长。回答一下，处理完就应当拢同款啦哈。第一，就是想讲这代志伫哪发生的；第二，就去查讲什么人去带；第三，找到制作的所在。当然，这可能蛮无点的，可能家己去做了。那我感觉是先看到位有这物件，第二再来追查讲这什么人坑的。我个人那处理工作先的。好，副市长，你请坐。农业局局长，你听到了哈、哦，把这个源头找出来，才有办法根绝这一个这个捕兽夹的这个现象产生。我们台中市政府哈、哦，本席认为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这个动物城市，流浪动物的管理一定要做好，源头管理管得不好，没有把关好，就会浪费很多的这一个资源。那这些。会浪费哪些资源呢？就会延伸出内狗、捕兽夹、这个抓狗、收容、领养，甚至安乐死的问题。每年被那个动物保护的这一些经费，几乎都用在后端的工作。如果刚刚我提出来的这个延伸的问题没有的话，这一笔经费就可以不用
编列在这个我们的预算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预算都放在这个动物保护的经费，都放在我们这个补权，还有收容领养安乐死。如果能够把它做得很有效率的话，把源头稽查取缔的工作做得很好，那我们的社会成本就会降低，市府就不用支出这么多的这一个预算，也可以降低我们预算的编列。局长你请坐，副市长，我们宣导不够了，取缔也不够，你来看看，你做一副市长，既然不知道有这么大型的这捕兽夹，捕兽夹你也不看过，所以说我们的宣传不够，希望我们农业局这边好好的做好这个宣导的工作，让我们台中市民知道制作这个捕兽夹是违法的，而且使用捕兽夹也是违法的。副市长，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要如何加强宣导动物保护的措施，规划动物爱心大使或是动物志工的这个证件，如何宣导，如何规划我们爱心大使对动物保护，还有认证？我嘛是爱问农业局讲，恁较早是安怎做？到底是做了不够周至，还是讲做的方法唔对？因为这我相信唔是今仔开始嘛，应当是进前就开始，是唔是？迄个方法无啥好，才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也跟你讲透了。哦，副市长，你请坐。罗一局局长，你不要拿走。这个加强宣导，还有我们因为人力有限，来大量来能够培训邀请利用志工这是我们未来最主要的方向。然后我们动保处其实配合很多的我们各局处的一些活动，都会尽量到现场有一个摊位来现场服务，或者来把这个观念 来加以宣导。局长您请坐。关于动物的保护我已经讲了四年，那我们新任的这个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应该要把它衔接上去，对于动物保护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要尊重的一个神圣的工作，因为它也是有生命。所以我们台中市政府动物保护这个咨询委员会设置的要点规定第三条，委员会有一个主任委员，有副市长兼任，就是每六个月开会一次。那上一次开会的时间呢，就是去年6月29号到现在一年没有开了，自己定的这一个法条自己没有去执行，没有去做，自己去违法。副市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这样可以吗？不好意思半年要开一次，我很坦白承认我也不知道半年开始应该是六月十几啊，所以今天你既然有提啊，我等下问看嘛，先来不通知我们开会，拍摄这点真的不好意思。好，副市长你请坐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吴敏基议员。好，谢谢杨议员。大家好。好。请问农业局王局长哈，你对这摆一基作哈，福寿的这个防治计划实施的结果，你感觉成功还是失败？包演，我个人认为是成功的。好，你这摆用的这個生物防治法哈，农民的反弹很多很大，坊间的舆论也很多。你这摆这个防范哈，实施的结果，你给自己打几分？80分。好，我感觉吼，你还佫真侪爱检讨的所在啦吼。决定你请坐。因为今日要替一寡农民来引进一困扰的代志，来佮市政府探讨吼。我想市政府应当比农民佫较困扰吼。
因为是要来讲这个福寿的皇帝哈，所以本身啊、不得不爱过来讲一个福寿的这历史背景哈。民国1968年，福寿螺被国内研究机构引进，1969年哈就开始推广。福寿螺因为低热量、繁殖快、养殖容易，所以被政府选中，养殖风气迅速在全台流行。但是遗憾的是，养殖业者很快就发现福寿螺可以吃的部位不到五分之一，啊，加工成本也偏高，啊，而且哦，肉质松软不好吃，所以养殖业者哈、哦、都无法度，到尾啊，只拢个倒放了在水沟中，所以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沟渠、池塘，叫给那个哈台湾福寿螺的这个生态浩劫。我想多年来政府哈、哦，甲民间嘛投入足济即个资源啦吼，大概我们早已经损失超过100亿了。副市长你可能对这也较唔知影，这非常严重的代志吼。福寿螺在台湾这个环境哈、哦，它1周年可以完成2到4个世代，那水温在20度C到30之间哈、哦。它这个螺体会潜入土中，然后把壳紧闭，然后成半休眠的状态。啊，以上盖等天会盖6个月。但是，一旦稻田要灌溉插秧的时候，马上福寿螺它就从休眠的状态中醒来。第一件代志就是找食的，所以伊一天吼会当食12丛的这个水稻的秧苗啊。那密度真高的时候，受害率哈也可以达到70%，造成50%的这个产量的损失了哈。过去30年来，咱政府农民在政府的建议之下哈，用足侪农药来扑杀，拢无效。台湾是用3苯醋洗，这是足毒的。局长，你要注意，今麦这种农药，坊间还很多人偷偷的在使用，这个是危害我们市民健康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哈。林刚，我有时间再过给你深入针对农药哈，诶，这个使用不当哈，来跟你探讨哈。农政党，你感觉讲这是足毒的农药，未使用了，都用这耐克罗，这种诶，我想。农业局拢知影，啥物做耐克罗？耐克罗药性较轻啦，吼，效果无好。农民吼，爱落几下摆，啊，佫无一定有效。到尾啊，农民嘛是偷偷啊，佫去买这个3苯醋洗。决定你知影无？所以今年农业局吼，终于采取不一样的这个作为，一起做吼，推出福寿螺防治的计划。停止补助农民使用福寿螺的用药，利益良善，这是好事情，值得鼓励跟期待。啊，但是呢，这项政策的执行的结果哈、哦，褒贬不一啦，而且造成许多的民怨。副局长，对不？对不对？有没有造成很多民怨？请回答。有没有？保险当然，持之有连的有没有啦？局长，有没有很多人抱怨？有听到一些。好，请坐。所以你们的计划是从3月20号开始到4月7号，由各区公所来收购福寿螺的螺卵，但是那有人讲宣布的时候一礼拜。就跟农民说啊，这已经钱用完了，你自己本来去抓螺仔，抓螺仔的，有的就抓要去交啊，没钱，不能交，有这个情形吗？包演，这应该是误会啦，就是说我们在拨款给公所来执行的时候，这个拨款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延误，好了，不是说没有钱。
你讲误会啊，人家农民事实上就遇到这个困难了哈，所以哈，很多农民哈，他就你们叫人家去捡嘛，啊去捡卵，啊捡雷啊，去公所去交，啊人农民捡捡的时候去交，讲无钱啊，足紧就用完啦，所以好像是政府在开了我们农友的一个玩笑，所以本席哈列了你们这一次这个三大缺失哈来跟你探讨，第一个。第一个就是你们的立场不坚呐哈，方法也不周。另外，你们招性细改，莫衷一是。我来说明，你现在叫农民花很多的时间去捡拾福寿螺。来，我来这边有一个图哈，副市长。你请你看卖啊，一个，你徛起来看较有。咱即卖农民吼，拢老农较济啦。你叫伊透早捡甲暗，叫伊捡福寿螺，啊捡福寿螺透早捡甲暗，有诶捡甲昏去，啊有诶捡甲翘骨，有诶捡甲顿去食未食饭。这款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啦，难道您敢无搁较好的方法？讲叫农民去捡虫，去捡病害，全世界嘛无人讲，干那一种方法尔。有一些防治的方法还是有用啦吼，所以副市长，政策呐不周的时吼。咱应当是爱阁想办法。好，我即马副市长你请坐吼，农业局长请你来头前看卖下咧吼。我要请教你吼，你即马防治福寿螺，抑阁有其他较好的方法无？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报告员，那其实防治福寿螺的方法有很多种。那用化学农药 是其中一种，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用捡拾的，还可以用这个。你现在有没有比较特别的特效药，而且不会损害到我们的土地，不会损害到农民的健康，有没有？有那款药吗？资材的部分，其实目前的状况是，大概是只有苦茶薄。比较稍微安全一点，但是也不能用太多，因为它有很高的皂素，还是会危害到水中的软体动物。好，你知道苦茶薄这个东西哈，本席就要跟你探讨，就是这包对吧？这是苦茶油来做的，一个废弃物哈，做出来废弃物来去做的一个，它的登记是叫化学肥料。但是它里面的那个碱很重，其实如果在水温25°C 以上这样来防治，其实是有效果的啦，这个有经过实验啦。那它本身是有机肥料，一部分是有机的，所以我认为说如果适当的使用量，照这个一般厂商的规定适当使用，其实是可以防治，而且不会伤害到农民的健康，也不会伤害到土壤的物理性质。所以你只有一个方法叫农民去捡拾。我想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媒体的报道说，局长你受到这个舆论的压力，你二期做考虑要用捡拾的跟重新再补助农药要并用，有这样的事吗？我是说我们来检讨改进，因为这是第一次试办嘛，那当然不一定不可能一次就觉得很周全，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要来召开跟公所农会的同仁召开检讨会，那如果可以大家的共同意见是这个物理捡拾法跟像苦茶薄可以两岸来并行的话，
我们会来考量，然后上线给长官来决定。好，你一定要考虑到现实的环境。上尾当然我知影讲拢去用掠啦，副市长你敢有才调叫足侪人去田里去掠只个福寿螺？福寿螺呢？你知影迄个繁殖偌紧无？迄根本是完全是无法度去根绝，无法度做会到的代志。过来即卖拢老农啊呢？你叫这些人为透早伫遐鼓咧捡福寿螺？请可以看，虽然捡去有淡薄仔钱，有淡薄仔工钱。但是有当时啊，油啊钱吼比工钱搁较济啦。有当时啊吼，伫个田里混倒去吼，真正是这是咱爱考量的。你袂使讲政策吼，袂使讲想要安怎做，你就照安尼做。你一定要想的较周到咧。即马有好的方法，有机的方法，我们就要用有机的方法来处理。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去捡拾。你都可以去选择，然后你要去捡拾，你叫人去捡，你就袂使讲讲哦，你捡来公所的时，钱已经开完啦。我讲大家拢甲你骂到要死，你应当咱一般拢差不多伫个两礼拜内，残部的两礼拜内，这是较适当的。你若过来较老吼，福寿螺伊就歹食啦，阿嘛补袂落啊啦。所以吼，恁若公所一般拢一礼拜时间尔。农民那捡到要死，捡去遐讲，歹势无钱啊！你知影农民伫遐骂到要死无？所以政策一定爱较周延的。所以我希望副市长，我希望讲，你爱督促农业局，爱好好啊，一个政策形成进程，咱一定爱去坊间，爱去请教这些农民，请教这些农业的专家。不是说我们在办公室想这样做就这样来做，生物防治法我赞成也很好，但是你要考量到现实的环境，大家要双赢啦。市政府用这个方法，将来我们希望说台中市的土地可以跟宜兰同样清气，这是我赞成的。但是你要有方法啦，要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这样才好。所以那个副市长，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针对这个福寿螺的防治，市政府是不是在未来提出更加新、更加好的方法？哇，这个我要靠多师傅，毕竟嘛是爱认真来想嘛。我安尼想啦吼，虽然农业我无真了解啦吼，当然第一个你来讲农业，我听起来是感觉合理哩，咋？是正在讲，哎呦，啊有老农啊，为着要赚两仙钱啊吼，就安尼。这很多在地这嘛无道理啦吼，唔是要赚两仙钱，是为着要好伊稻啊、后日啊，卖去哦，福寿螺食去，会当有产量啊呢？伊唔是为着迄个钱哦、喔。当然啦，啊、但是伊若准讲咱无甲补助，伊扣扣断掉，伊嘛一算嘛是无收着。所以我明讲迄个方法唔对，你知？歹势，我的想法是咧，你即问我讲，你变哪讲第一？我感觉讲扣唔是不好的方法啦吼。扣了，扣了，扣了，这我理解嘛吼。我是跟他讲，扣是一种方法。第二，那准讲还佫有找到，佫较像你头先讲的讲，都这款的压力，都也未伤到土地，还佫会抬起好受嘞，这当然是真好嘛。所以我应该这样答应，就是我会找他们认真过来佮想看嘛。像你头先讲真对，你这个政策要周延的，你政策若无周延，你无讲好意，结果得到的效果是不好了。这个我倒是很认同。好。时间到哈，好，谢谢我们杨典忠杨议员跟吴明基吴议员，接下来时间十分钟由我们吴先生吴议员执行，谢谢主席，所有列席人员以及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我要来就教我们金花局，教授，你请坐咧，无要紧吼，我要来请教你吼，大雅第一市场到现在哈。我记得合并前哦，是 K 书中心啦、啊、哈、哦，早期是闲置空间啦、啊，但是当初在推行闲置空间处理闲置空间的时候，乡公所把它改为 K 书中心啦、啊、哈、哦，因为大家听早期的都市惯性两万外人口的是起的，到即卖已经十万人口哦，所以。当初的都市馆，即卖的都市馆拢少些样吼，所以十万的人口，学生啊，读书的所在足侪，所以
特殊中心的不足哈，我们就利用闲置空间去当作特殊中心哈。但是合并了哈，我们湖政府哈就把它闲置下到现在哦。我不知道局长你是新的啦，这么闲置需要不用怪你啦。但是我要请教的，您对于这个闲置空间将来有计划要安怎处理不？请你阿答一下。简单跟吴议员报告哈，我们从我来的时候，我们好几个礼拜开会都在讨论这个闲置空间的问题哦。基本上大概有三个方向啦。第一点就是讲，阮因为想要顾企业嘛哈，所以第一个上传统的方法就是因为那是企业用地，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委外去做，就是说招商啦啊，像比较可以跟一楼可以结合的这种超级市场，或是他在二楼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经营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方向。啊、那局长，我请教你，你既然有规划，有规划，我阿你认同哈，我嘛阿你支持。但是今年学生啊休困的时间阁得要到啊，伫迄来当初是中央我做好势，计甲一间一间网络嘛有，投影档拢有。我是毋是讲，你伫遐未出租处以前，会用开放学生囡仔去遐读册？如果讲你若报出去，你要收回才收回，卖讲像以前个啦，讲无效啊，甘愿开案侪钱，几啊百平门啊关啊，你关门啊咧，你会杀你无？阮找区公所来参详，尽量来杀。其实哦，副市长嘛伫遮啦，过去。就是都要一局推过一局啦，不负责任，才会让他闲置到现在啦。哦，我来保证啦，你做企业绝对做袂出去啦。我是希望副市长伫遮吼，开跨级市的会议的时协调好势啦。恁该怎啊报公所，代去代管代管，公所再去开客事中心，也去开客事中心。恁政府甲民政来去协调好势啦。是啊，那三楼当初个小局。会用协调好势，敢独独二楼甲公所协调袂好势，所以伫遮要拜托副市长吼，这个一定要重视啦。进前个政府安尼，人是寄望是恁啦，莫讲恁来接落，又还同款个会继续闲置伫遐啦，好无吼？伫遮嘛要不只个拜托市长，啊，我嘛希望咱金华局长袂使甲以前个心态同款啦，好无？好，哦、我讲你讲。使用分区不符，我要跟你讲啊，大雅还有一个地方，你知影无？嘛是第三期啊，你知无？嗯，是。你知影啊？第三期啊，即卖创啥？你知啊？即卖有提。你唔知嘛？我而且想要来讲，第三期啊，楼顶是户政事务所啦。到现在分区使用还是市场啊？楼下是清洁队跟调解队啦，那证明都可以啊，对不对？你们三楼也可以啊，当初跟社区讲好、协调好，还是老人会在那里啊，不是不可以。是爱你去做，你听无？爱有人去给调出来，你听无？我听话，这个公部门来招拢来了，对嘛对嘛。恁手续该怎安怎做？恁来去也做好嘛，好不好？而且这件代志我拜托你，你卖过话伫下一回会议佫提出来讲，安尼好无？好，感谢议员。谢谢，过来吼。局长，我继续阁请教你。咱工商普查，你请坐。工商普查是每一年拢有滴普查，啊，恁拢叫食滴普查。啊，普查的效果好啊歹，内底有造假无？啊，是照以前的抄抄的无？你知影无？那议员哦，您。正确来讲，我想您指示的应该是这个工厂校正啦。啊，伊这是每年吼六月初一到七月十五咧做调查啦。啊，这个业务应该是主办，应该是咱主计处一边，啊，佮阮警察局有派员去做。啊，有领钱也无？调查钱有领啊？有啊，拢有去啊，系啊。如果他的调查不是属实，是用抄的或是伪造出来的。有什么办法？你钱都阿你领去啊？安尼是安算什么回路？伪造文书还是诈领？他那个费用？
当然，因为这吼、哦、真正咧办的是区公所嘛参与啦，啊，这若有唔对吼、哦，当然阮就应该是吼、哦、大家协调看提一挂行政的惩处的名单安尼。我告诉你，我希望每一次工厂的普查一定要确实啊！你听我是，该当有违章的、有违路的，你拢爱去纠正啦。你袂使一年拖过一年啦，马马虎虎、怨呼呼的，吼、哦。该讲报告啦，有可能是有一挂吼、哦、工地都明明无咧做啊，啊，结果个吼。哦那我的走安呢？有一块出入，我这边得改进。哎，今天重点就在这里嘛，钢铁都没去啊，你还可以用破渣，对吧？哦，过来，恁破渣有智慧税前税单位也无？迄含税务局无关系啦，迄资料就是研究调查尔，嘿，你上去税务局那边。好，啊，你请坐，我继续，我要就叫我们地方税务局哈、哦、局长。早上也在听到陈清龙议员、陈承天议员拢讲到水问题啦，啊，听到因两个在讲，真正会气死啊！你听无？哦，永丰鱼迄组的拖了二十几天在清挖，那过去我们消防局跟他借用三年，你有去看伊再回偌济无？啊是。都这样讲，唔是顶下只是的，啊是局长你较大，你讲准算的，对吧？陈金龙讲的，低收入户要减免，大家恁一拜托，两拜托，为什么你对于财团安尼这样好着，这都爱减千万，对低收入户为什么这么刻薄啦？对吧？所以。我讲你等于去看看，看人以前消防局借三年是付偌济啦，是啊，家己的手会用这样慷慨，一届千几万，这是不是？如果超过法定给他的减免的，是不是能够要叫他再缴税？哎宝，是包议员，这个事情谢谢您的指教，我们回去会再检讨。不是检讨，要不要叫他再补税啦？我们就是要再检讨，说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啊，法律可以不可以？我问你啊。因为现行的规定是这样啊，其实其他县市也都是这样子做。以前办灯会的时候，其实你租金嘛无这样贵啊，租一个月千几万，你整下诶，对吧？租啊，你租你赚千几万，嘛还阁纳税的啦。对吧？是，我们会回去检讨。好，那我再就叫你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房屋税、地价税落报，是怎么划、怎么计算的？咱包括税跟地价税啊，啊老报啦，还是无报啦，还是减报啦，你哪能处理？这是两个无同的法律哈。啊，房屋税伊就是拢恁扣的嘛。啊，拢恁扣的嘛？不是，但是我依据的法律是不同的。对嘛？不同要是怎么计算嘛？房屋税的话，就是如果他使用情形变更哈，当事人爱来申请啦。地价税哈，我那是安尼，但是地价税你若讲无合的时阵是次我。我问你哈，我问你，我要请教的哈。人即马起一个灶卡啦，还是搭一个凉亭啊啦，还是伊个建筑面积增加啦？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恁当然是不是有请人去调查？是，我们自己有清查的计划啊。如果查到的话，我们不是啦，我说过去啦，这人是安怎计税嘛？伊起一个灶卡，恁就要去啊计价嘛，对不？搭一个头前搁搭出来，你嘛要去啊量去啊计嘛，对不？是不是？是，迄家恁安怎计算嘛？甲我拄则讲的，为无缴的漏缴的，是怎么计算嘛？阮有迄个房屋的评价的方式吼，啊是照伊的面积，伊计出来的面积来算。嘿，啊伊那，那我再就叫你，恁都要去量量，啊也要去量算嘛，计你也知，对吧？人家你家啊扣的，你会知道。啊，这
九十几年到今嘛，人都扛厝间也无营业，啊，你人扣因的税，因的用的，恁也无去减。啊，这种的，恁人争吵的，你要怎处理？是，伊迄可能。你这个是违反刑法129条，是不是？我们个案我们再了解一下。不是个案，这个很多，很多。我跟你讲吼，今仔日人也好盯紧，几啊件，所以我才会去看到这件。你看，从九十几年到现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公司啊，啊嘛无人住，既然你会人开营业，啊见头见头。啊！你开来的人，即个老百姓唔捌遐尼济啊！你开来的人就去缴，开来就去缴。啊！即个缴过来，恁这行家行收遮尼济，你啊，你要安怎处理？你要安怎处理啊？是伊迄是毋是店管有营业登记无注销，还是安怎？我不管嘛。啊、我们在我告诉你，人家当初买的时候是空屋嘛，当然什么都没有嘛，对吧？啊，拢无搬，无嘛无搬去嘛，全囥在即嘛嘛，对吧？啊，恁是安怎？当初登记的事，恁都要处理啊，是啊，无人处理个即嘛？是局长，我发觉你们好像有牌照的钱庄啊，啊，找老百姓、小老百姓、弱势团体，乱人扣，乱人昂收，是啊，你对财团这样慷慨。千几万爱坐免咯，你知影伊千几万一般的人爱做偌久无？食头路一世人咯，反正无在赚你千几万呢，对吧？嗯、我要就叫局长了，看这个怎么处理啊？是、增加出来的怎么处理？因为你们增加，你拢去养牛，也去养包水，叫人爱高嘛，对吧？啊，你养鸡收的，你要要处理嘛？法院的依据有没有？报告议员，就是房屋税的部分哈，他当事人还是要提出申请啦。就是我们是，啊、我问你啦，啊，人家去的，你话要去养鸡，要养牛，对吧？對啊、人拢免申请，啊，个戆老百姓看唔捌啦，你开来伊就去纳啊，伊那会知讲你也要扣啥税，伊就刚看到这红单就讲爱去纳尔。嗯嗯。你哪敢丢？公务人员，你不是一次两次哎、欸。从九十几年开始到现在，每一年都是这样哎。是，因为我们可以朝向加强辅导的方向。这件事情我不是责怪你，因为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但是今天告诉你，就是要让你知道，有这种的代志，你要去处理。因为这家像这徛家拢是弱势的，你不能只有关怀好家人呀，你听无？你好家人，你都还要。永丰宇，你都要主动去来减，啊，这个呢，然后你永丰宇一次减了1000多，你法院的依据在哪里？那法院的依据你知影无？对啊，啊是你整讲的就遵守啊。报告议员，我们都是依法的规定来办理。那依法你就没有依法啊？法令规定土地税征法28条讲的啊。你用多久就减免多久啊？你怎么会减免你整个一年呢？对不对？你就没有按照法令的规定来啊？对不对？法令规定刑法129条，不能跟老百姓随便乱争呢，对不对？你怎么可以长期都是这样跟老百姓来乱争？根本你都没得照规定来嘛，对吧？弱势应该伺候嘛，干啥？不是这样子，谢谢议员，啊、我们会再检讨改进。你要检讨改进。好，时间到，谢谢我们吴显生吴议员啊，接着下来由我们林碧秀林议员咨询，谢谢。啊，大会主席萧议员哦，咱副市长，咱各局室的主管哦。啊，咱媒体的朋友，我的同仁，大家好，大家好早。啊，伫遮，我先来就教于咱精华集啦，吼。精华集，
啊，为着咱抢救台湾的经济命脉，为中小工业清明吼。啊，伫这个中小工业是咱的台湾经济之母。啊，伫咱台湾啦吼，未登记的迄、那个无法度登记的工厂的问题吼，存在真久啊。啊，据经济部工业局的统计，全国有70000多间吼，70000多间，也无多合法登记的有60000多间。敢若咱台中市吼，台中市至少有16000多间。这个问题，咱政府是，你知影无？局长你知影无？八一我们都有掌握，随时在掌握。你都有掌握吼，安尼真好吼。迄、那个，这个1803年。交易于咱立法院通三读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吼，这个部分修正法案，在7年的辅导期间，但是这个中间完成一定的程序合法、合法的经营，以外还符合环保、水利、消防啊、水土保持的相关低污染的工厂，啊，依法34条规定。在1997年3月开始吼，哦，从三月开始，哦，就开始定予咱低污染的工厂哦，啊，到有关机关去申请。但是第一阶段开放是伫个1999年到1901年6月，这两年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1904年去1903年到1904年，啊，这个六月。已经得要到啊！针对咱收上去咧，啊，我是讲吼，星光散润38号吼，啊，咱金华局长，你时间要到啊，存无偌久，啊，针对这个予人申请临时登记证这个问题，啊，你有啥物看法？啊，有啥物措施？请你答一下。家己完报告吼，因为后个月要到期啊吼，啊，但是后礼拜吼，5月12、13日左右，中央会开一个说明会吼，啊，即我想，阮即马规局的规科拢动起来吼，希望讲短短啊，即几工的时间会当甲大家小通知一下吼，小报告讲中央即个说明会，啊，后壁吼，阮是希望讲在我们的本预算或是在我们的工业发开发基金里面能够有。一部分的经费来成立一个辅导团队，用这个辅导团队哈来积极的辅导，不管是他17000多家怎么样进来，或是说已经有提出临时厂登的这个1700家的这个怎么样让他过到二阶，哈，这个我们会来持续的努力。这就是我要问的哈，局长我来问的，因为咱的酸都无够，咱的雾都无够，真侪工厂小型的企业。伊是违规使用，啊，怎么这么讲较歹听，讲做违章工厂。但是呢，咱的政府真无公平，会使为着高科技大企业，甚至家一个大屠杀，如如的要有一个大企业来开发。但是咱的地方的工业用地，实在非常的缺乏，非常的缺乏，伊嘛真无奈。伊嘛无想要违章，嘛嘛无要想要违法。啊，有政府即摆中央有这个措施，但是我感觉咱台中市政府选都无够，所以伫遮我建议咱政府是赶紧，因为一寡小型的工厂的头家定甲我讲，伊讲哦，我去登记，唔代去用开发单，我无登记，无人知影。我怎么来去申请临时登记，搁去用内路管内管，啊无登记，搁惊讲我无法度申请合法，所以伫这个盲点之中，我希望咱政府是，把这些小型的企业宣导好些，反袂安尼两难呐。伊要去申请，伊嘛惊讲去用内管，伊唔申请，伊搁惊讲后摆机会失去。所以讲，有到遮，特别是台中市，哦，阮屯区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这小型的企业的头家，是咱台湾经济命脉，
也当照顾照顾足侪中高龄以上的劳工，因为你若要去高科技，要啥拢爱考试。一挂中高龄囡仔都读高中、读大学，一直在小型的企业，就近吃头路，因会当小型企业，会当照顾真侪真侪基层的这个家庭、这个劳工。所以讲，咱的政府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责任。台中市既然这么多，我们来给辅导，让他们看要申请把已经要到了。第一阶段我了解，第一阶段到现在第二阶段，我们的市政府接的走很少很少，我们的审查非常的慢，我们的效率真的慢。我是说你政府市长，你刚才换政府你来，我希望你有意愿做的针对咱这个违章，不是讲违章，违法违规使用这个工厂，你做一个专案的去辅导，和因讲放心吧，我来登记无代志。放心吧，讲啊，安怎去辅导？或者是讲外国专区，因既然伫遐，和咱可以交回馈金嘛好，看安怎比呢？会当和因就地好话，大家拢各个，大家拢真愿意，安尼你做会到无？家己原报告吼，第一点就是讲吼，你头先讲迄个就地合法的所在吼，阮即卖41区吼，就啊725公顷足侪间的工厂吼，即阮即卖做重点要来辅导啦，啊辅导了，伊的确吼，伊拿一挂回馈金了，伊就变丁种建筑用地啦，这个部分。阮只是来处理，迄大里路有五区里遐，路过的所在，吼、哦，是阮即摆要辅导的嘿。大里路，局长，既然安尼，你有这个列入这个辅导这个专栏哦，我希望你这资料全市各都有遐几区，这个资料啊。无问题，无问题。啊，阮全部议员啊，卖讲干哪我啦。啊，第二点吼、啊，因为这个临时工厂登记，这个大水库吼，这是重要的政策啦，所以我嘛希望讲吼，因为阮长老讨论过啊吼，阮希望咱吼不分党派吼，共同来呼吁中央要持续来延长这个的受理期间呐。那当然，税务局他开始也跟我们都有很多的合作啦，所以其实那个不是罚款啊，其实这个是说哦，税务局是基于好意哈、哦，因为你有这个临时工厂，你有地上物的部分有房屋税，你也可以用减记，你也可以用罚款哈、哦。啊，我是希望讲工厂来给咱申请登记，讲你要做临时工厂登记的时候，我们贴心的提醒你说，你赶快去补办这个房屋税的一些相关税籍登记安尼，安尼以后较袂去用。经去检举落来，佫罚一寡罚款啊！局长，你拄则讲一个重点哦。那我吼做议员，我是支持地方工会。吼、哦，你讲无运动牌，只要无运动嘛，我支持地方工会。吼、哦，佫来，你讲税务最后开罚单，开罚单检举，唔是讲你，因嘛希望讲自起落了后，因嘛要纳房屋税，因拢足愿意的，因为纳税，我心安理得，我会当下判。以前啊。这边我这间无欢喜，这间我这间无欢喜，就休假。迄个是路权的问题，路权的问题，你炒了一间开几亿啊、哦！干那存注定未堪，结果王监去挡伫遐挡半年啊！开几亿啊、哦！买地干那兴建开几亿啊、哦！伊甲抱怨，人搭嘛去，遮嘛去，遐嘛去，啥路我去袂起来？路权的问题，对方哦，一直路权的问题。要卡足悬的，啊！伊无要接受，所以大家沟通袂好势。啊，怎啊？等到遐足侪足侪这种问题，并不是讲伊无纳税去让开罚单哦。这点爱哦，伊嘛足希望有纳税哦，伊嘛足有纳税。迄是无欢喜，大家检举来检举去。咱即摆检举无一定的比例，无一定的标准，无一定的法律，这是安尼问题哦。吼、哦，所以讲哦，你即摆既然有讲哦，要组织一个专团队辅导团队辅导这些未无法度登记，啊，要安怎去登记的？吼、哦，希望中央即摆六月都还没到啊，吼、哦，共同来努力。啊，你嘛爱支持，因为那是你主办单位嘛，所以你爱支持，落去争取延长这个时间，哦，大家有机会啊，加强宣导。莫讲我去登记，我嘛惊，我无登记我嘛惊，吼、哦，这只局长你重视一下吼。哦哦，你有意愿做诶？感谢议员的勉励。好、哦，啊，你请坐。啊，这边来，我来，请问咱刘局长吼，刘局长。
嘿，农业局长，请问哦，咱农业局拢总有几个人？在职的有几个人？在职的，嗨，哦，本局八十五岁。啊，约过偌济人？约过的差不多二十岁，约久。啊，总共偌济人？那加起来就105位左右。啊，农业局长，是，你就职三个月过啊吼，啊，你别去看恁的，恁的农村再生，恁的农业局网站，你别去看无？有上去看过。我你有看无？啊，你有看无？有。即摆台北科比拢靠侪啊，吼，啊你别去看无？捌啊，我已经有请他们做了一部分的一个改进啦。但是你怎么过去你家看？你怎么过去你家看？农业局，咱的农村再生专业网站，还佫停留于101年，即摆已经104年了，拢无更新。敢只讲即几年拢无做过？应该是你去你家看，你怎么去你家看？你等下叫人去你看。是，应该是。是啊，那农村再生。这中央嘛是中央的补助，有这个2000亿的基金，要让咱大家来申请，迄嘛免用到咱市政府关者，或者一寡老旧农村会当再生，迄水保局的补助，是，金额真多，嘛是爱有法度去申请，嘛才有门路去申请，但是咱农业局的网站还佫停留伫个101年呢，拢无更新呢。这是我们的疏漏，疏漏。不过我们每年都有在农村再生这方面都有在积极在进行。啊，积极在进行，你知影咱台中市有几间、有几个农村有法度生的吧？农村再生的部分可以搭配休闲农业区哈、来推动啦。那你敢知影台中市有签的偌济无？农村再生区一共有35个区。太少啦，有经过水保局的核定。你讲了无啥对了，哈、啊，跟我查起来数据无啥对了，哈、啊。不，这是我们主办，科长给我的。台中市吼、所以吼、你主办拢无甲你哦正确的信息哦，啊是歹势甲你讲，你无用讲，哈、啊。这中央这么侪钱，应该用来讨。来提，靠咱的一挂老旧社区更新，真好的政策。啊，你就职你来，你拢无甲了解啊？报告员有啦，因为那个台中分局刚好。台中市哦，至少有248位有资格，申请农村再生计划。我跟一眼，签了几百万呢。跟研报告，我刚跟研报告是已经混合定的啦。那正在还有的是正在申请中，还有的是有资格哈、向中央来争取补助的。混合定诶，是混合定，混合定你讲几个？我们主办科长跟我说是混合定的是有35个农村再生区，再生区37个了，37个了，通过资格51个啦。对，啊，有在申请的110个啦。我希望讲哦，这个通过资格，佮有在申请的吼，咱讲实这一挂农村本来就是一挂老伙仔啦吼，也是有一挂热心的志工伫遐咧甲斗辅导。我希望局长你嘛成立一个迄个辅导团队，因为伊写一本计划书，足侪人拢写袂出来，咱免去帮伊写，咱甲辅导，安尼你看咧？是。这个我们确定要做，就是我们会组，我们本来就有组一个辅导团队啦，那我们来加强它的服务的功能。对啊，但是好的不好啊，啊换新的政府，换新的局长啊，哈，是好的不好啊，好的不好，我们提起来问啊，哦，所以在这我建议局长你吼、针对农村再生吼、这个、我代理。代理有几个？台较好是新社啊，吼、哦，迄边做了较好，吼、哦，三层画面好一点。好，好，时间到哈，好，好，谢谢。
谢谢我们林碧秀林议员哈，时间到。是。好，谢谢。是。好，谢谢。来加强。以上是我们今天哈上午又执行的时间哈下午我们12:45哈就定位哈，谢谢大家，现在休息，谢谢。